一盖无好势，第二盖又敢做，更加臭的。你搁加子民的幼民啦，我滴幼民无啥好。啊，幼民真的幼民啦。啊，真可惜，咱咧为上嘛爱台湾，哎呀，臭的幼民，忘记了。对，从手机整的，我感觉无无无，第二间又搞买一只太厉害了。我听你讲，我别汤喵起来，汤喵起来哦，哎，真好啊吼，大家真快乐，恭喜你，又五天差不多啦，差不多啦，我又辛苦了。我就是本来就是那我看来看来我不走感冒吼，但是一年一年咧过，时间过了真紧啊。今仔六分钟开工咯，啊，我的迄个温馨店今仔就啊大一点，今仔开始啊吼。所以但是开工了，感觉心情赞，要去食料，要去大一点。去大一点，我今仔温馨店咧休啊，但是温馨店今仔吼。咱们要走，拢看到咧老水，今仔就开始大修土木啊！吼，所以真侪代志就是咧，有真侪讲袂出来代志，但是事实上咱就是往这个目标去。啊，你若要看这吼，拢心情吼叫影响，事实拢足烦的吼。我在八点就咧买水电吼，讲吼，啊，就讲要打正康正康吼，啊，若叫因做人会拢破烂吼，拢敢学上简单的代志。啊，就是你安怎吼，我拢甲伊整规模。哎呀，但是无爱做，因为做工的吼，伊就是要省工。哦，这大哥你个上天，全做咧做水电、做咧雨水的，这种拢是要省工，伊上好做的嘛。啊，但是上好做的吼，当时啊就成本上高。啊，叫伊啊顾顾顾哦，慢慢水流水出来，拢无袂爱啊水的。啊，就是讲只顾者啊，这讲几条就创一个新的个。当然会当了解啊吼，但事实上真个代志就是拢真困扰吼。啊，所以你讲包括咱台湾问题，其实有个代志本来就是真简单，本来就足简单处理。但是咱台湾人家己创啊足，就是咱怀迄种个、迄种个短痛，咱个习惯个长痛，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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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啊，变大了就会变到当时啊！从这地方变到当时。我好看。所以因为安尼真侪变台湾吼，为了关心台湾吼，所以什么事拢爱去找司医师姐姐啊。无嘿，胃巴肚啊，嘿嘿嘿嘿嘿，胃巴肚，即摆叫做胃头壳嘛，巴肚。诶，问题啊，简单去洗手间就处理掉，胃头壳的困扰吼。来找司医师啦，所以这个代志大家就是安尼咧看，啊，因为台湾目前经济啊，搁侪停多，所以有诶代志，也毋是讲贫富悬殊，哦，当然是愈来愈严重，但是还没有到达像一般像讲阿拉伯迄种诶，安尼贫富悬殊足厉害，所以你要做一个具体诶动作是，事实上有真侪迄个困扰。大家我都想诶，啊，所以若是安尼，先等一下，慢慢啊改变，慢慢啊改变，慢慢啊改变。啊，所以简单讲，拼到当时，答案就是拼到有一天为止，吼，有一天为止，拼到有一天为止。啊，迄天是当时，咱活着时阵继续拍拼，继续为大家拍拼。啊，这个物件是无要短期性回收，吼，会讲吼，拼这个我要回收，拼哦，这拢无可能，吼，真正无可能。啊，你若讲啊，这个物件就是一个奉献，吼。啊是欢喜的，啊是甘愿的，啊是安尼变安是，那么这个代志就变得真有意义。啊，那么回收是超大的，就是讲迄个台湾人民，你啊看台湾人民啊，觉醒，家己会用做主，家己会用采取立场。其实对经济、对种种、对整个台湾民主、对人种、对种种，拢有真大帮助。那个回收。无法统计，啊，那是拿鱼哈，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受苦的是咱，就较久啦。这个我看法是安尼，啊，伊圣经内底嘛讲啊吼，迄本来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以色列百姓本来入去迄个应允的所在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
但是因为迄个头家复杂，哇、哦，迄足困扰，足侪困难啊，啊，搁看，讲迄拢真赞，但是看起来拢一片拢是涂刷，啊，拢是空影，啊，无看到啥，啊，敢有看到小块较好个所在，小块一大一个所在，拢迄高墙大汉个人，拢已经见过啊，所以因着惊，惊就开始搁遐踅，甚至是一个予咱真大一个境界，一个启示，在咱应该。如来往这个方向来努力。那么今天看到一个迄洪仲秋因姐姐嘛吼，洪仲秋姐姐，伊要出来拼一个迄叫做立委嘛吼，就觉得蛮不错的吼，这个好事的吼。对啊，阿姨嘛无什么从政经验，但是有这個用意，所以这个是台湾一个如果悲观的各种悲观的信息来对，真的是比较乐观的。就觉得比较鼓舞人心呢，哎，确实，你看有往者吼，啊，即摆少年的真侪拢跳出来吼，啊，搁看这个，嘛有一个叫做台独，台独党吼，嘛渐渐的形成啊吼，啊，这是迄个叫做，迄个叫什么教授去啊？蔡英文吼，英文上，伊咧做一个党，啊嘛是。伊讲吼，万一2016那是民进党做总统来讲吼，啊，你知道民进党现在渐渐的国民党化，啊，这个是一定的嘛，所以他就希望形成一股左边的力量吼，把民进党改制改右的，就别再可以偏吼偏要新台吼，啊，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好事吼，也让台湾的民主的整个进行式来对这东西好处吼，特别鼓励大家。啊，当然，咱卖个情况一定会成功，要做，哎，不要这样想了，这样就不想干了吼。但是对的事情就是要做，所以像迄个科比讲 ，just do it 啊，就是把它做下去就对了哈 ，just do it， 卖安尼盘算吼，迄上面王院长就要盘算，啊，一时有大火，一时无大火，一时有大火，这个搞不清楚哦，啊，就是 do it。安尼代志就袂真好势吼，我想迄个就拢会行，站在长远，所以科比讲50年计划，你看伊咧讲啥，就是 just do it， 50年来办计划，蛮高兴的事情啊。今仔我阁看新闻讲，人问讲你是不是要选总统，吓伊讲你想太多了。主席就是安尼，卖太侪迄种的盘算啊，就是迄类代志就是爱做。咱来参加这种的聚会是介健康吼，介健康，啊嘛是介欢喜。除了吸收新的知识以外吼，佫会让予咱家己愈来愈快乐，会当产生力量吼，一种正向影响吼。好，咱大家各位报告大家，那我即马请大家起，咱来营造一个台湾趣事。Thank you.
大家好，大家好，新春快乐，我再跟大家好。啊，今天是咱过年了头一届聚会，咱就先来唱歌。今日三位老师拢在遮吼，郑老师、潘老师啊，大潘、小潘拢在遮吼，今日唱歌，好，来，啊，广告欢迎。我要唱啥？OK， 祝你今晚大家平安吼，真欢喜新年啊！第一遍跟大家见面，啊，其实大家听，我知影我的问题是啥物吼，这件事应该听得出来。磁性。这可能爱去安尼个掀开那个挂开 ，sinus。sinus 那个鼻窦炎哈，真的很严重，但是嘛是会使唱歌啦，试看卖哦，想不起来，来来唱这首歌，拢会使看，把爱传出去 ，OK， 把爱传出去，这个爱是什么啊？来爬起来，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将咱爱台湾的心同款，吼，叫大家人拢爱来出一个力，啊来个台湾，吼，会徛起来出头天，吼，后来咱来唱这个台湾最青，这首咱嘛真是吼，太平如世人海边，拄只你唱的是伊个嘴真大，啊来，太平。Oh
好来，咱互相来祝福，好，虽然咱这个爱奋斗，佮继续哈，来互相祝福。你两个心情，灿烂的笑容，来，咱来把它画出来，来。所以在这个所在吼，这个锁票吼，大报告。啊，若讲要讲，啊，有人要来吼，还未摕是较紧的吼。你讲啊，朋友要来才拢会才欢迎。我们好像还有五十几张哈，五十几个位置，246个位置，我们还有五十几个位置，所以继续努力些吼。好，那么这个放映会吼，可能迄、那个咱即摆咧邀请中了吼。那个林市长吼，那个林佳龙吼，跟这个苏炳先生应该也来吼。啊，林市长林佳龙要不要确定？来，那要不要邀请？这礼拜会把它确定。后来呢，我们大概有几分钟放映前呢，才跟人讲这个，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啊，这九十九岁吼，要搁咧拍拼，哎，九十八，这贵人呀，这九十九，哈哈哈哈哈哈，不完你啊，加死，太死。对啦，这种的人吼，是来讲，在咱台湾凭良心讲，这种是叫做戆人。哦，这个都没有掌声，也没有镁光灯的啦。啊、哦，也不是立委，也不是国大，也不是什么市长，都不是啦。哦，但他真正也一心哦，就赌上为台湾建国，一直这个斗。所以这种人是不简单的人，真的不简单。但是我讲这种人吼，啊，好啦，我等下钱了。但这种人不是这样，所以我鼓励大家吼，特别邀请咱的少年的吼来参加吼，咱厝内面啊，老五层还不错啦吼。即届就我同学无照讲啥，嘛搁爱提前准备只可乐加迄个啥，爆米花。家己买啊，因为这个一场6万块哦，这个
这个一场包场60000块，如果再加上移民的报名的话，可能就哈哈哈哈加贵啦吼，不要忘记，钱哦用在适当的所在吼。如果有人要为这个奉献吼，有人要为了这些捐款，我们也非常乐意吼，100块不嫌少吼，那1000、1万都可以吼，这个不不。啊，再来这是星期五、星期六吼，都是2月28号，大家都知道吼，母亲节活动嘛吼。有很多的活动，我也跟你是代理哈，台中市政府那就是代大理一样，这228一样嘛，这228公园哈有个活动，然后来加那个台中，公益行动教会哦，你这台中公园哦，那种办这228的这个活动哈，啊在台中公园，我在台中公园哈，啊咱是协办单位，所以台中这的团体哈，比如说。就碰八大国啦吼，什么还有几家，所有只个所谓的台台团体吼，咱伫这个台中公园只有一张有一场的活动吼，对。啊，福尔摩沙和尚堂买来献祭嘛，对。两牛肉吼，所以这个代志吼，就讲到各位报，2月28号下午2点28分哦，下午2点28分哦，都在台中公园。这更热钱吼，啊希望大家，欢迎大家吼，啊伊讲就新创机啊，行行吼，大家讲即摆听讲林佳龙市长做啥，变变较水一丝啊，先去验收看卖有较水无吼，我星期六吼，这代志甲各位报告吼，啊希望大家通记住，下午2点28分，这礼拜拜六，这礼是拜五吼，看面也是拜五暗时7点吼。你这个老虎城，有人唔知道老虎城是啥物所在？河南路、河南路这样，这老虎城哈。啊，亲爱的，车停哪里？地下室嘛。地下室啊，可以凭票跟换那个哦，凭票跟换停车券。好，这个报告哈。啊，大家讲，是下到是星期六，下到是2点28分，啊，各位报告一下哦。那个228吼追思会哦，这个是咱台湾人的痛哦。但是希望这个痛的凝聚大家共识吼，继续往台湾，把咱台湾吼，带一个比较较健康的方向，大家是这样。啊，咱千万唔通忘记这个228吼，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的经济上无谓的，安尼叫这些国民党安尼来处理掉啊，这个东西我们是不能忘记，这个是没有办法忘记，可是我们要记起这种，啊，当然这些代志有人。有真侪看法，但是无论怎样，咱来个看作一个正面的，咱往前行就是啊吼。这个大家过好。那么今仔过年了吼，司仪师是明仔才开始变经济吼，明仔变才细条来，哈哈哈哈哈哈。今仔分享的吼，啊，咱台湾人吼，这个文明病啊，忧郁症啊，因为资讯很多嘛吼。啊，想的很多哈，啊，都教你怎么去想，没有教你怎么去做哈，所以很多问题哈，大家拢会套卡哈。我刚刚开始开场才在讲过哈，哎，变台湾嘛，变个忧郁症的哈，我最起码就是我跟你是一个反正，想几波拢在边啊叮当，你知道？这实在是真歹嘞，这出钱出力没有结果，这个是非常不想干的事，你知道？因为那些目标导向惯习哈，这些安尼。但是买普通的是我一点都不会但是不一样这过来我准了你知道吗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天下一号笨蛋我有这个现象你知道吗真的是天下一号笨蛋就是不想在干什么真的无聊那些人做一下长征香港这些尴尬嘛我看你的车里面在变成了到底是变成什么对吧？这个事实是困扰人个事。我唔敢讲，司仪师要讲这个，但是伊若无讲，我提醒伊来讲这个。好，咱即摆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司仪师。大家大家，满意吗？啊，148，148。所以我刚才吼要来的是，其实我实在无准备啦，老实讲吼，因为这是拢都已经拢讲啊足惯势啊吼。啊，我要来进前吼，咧做啥物代志，你毋知？
那你家做什么旅游啊？我做恶作的呀。冇呀。那你无医生当医呀？哈哈哈哈哈。无医生当医，哦。啊，所以哦，有人主动来甲医啦，哦，所以就伫迄个赖顶管吼，你甲做心理治疗，哦，啊，所以，足侪人我咪问讲，啊，医生来挂病，哈哈哈哈哈，谁是在来讲？啊，伊今日口罩挂起啊，医生来看，啊，你挂病啊，吼，啊，医生就人吼，啊，人你挂病，我就挂病，啊，你油我买油啦，啊，啊，都是。我是有专业啦吼，有专业，咱就知讲啊，要按专业去处理这个代志吼。啊，我，哦，即马实在是拢赖个世界吼，有人有咧用赖无？没有，没有，使不使登客家？哈哈哈！那安尼哦，那改量用一个群组啊嘛，对吧？吼，那即马科比那咧开会哦，拢是用。哎呀，拢赖个啊！我来开会，哇，你叫我大家拢坐个满迄个。才会去啊！啊，迄个阿婆两个袂当来，啊，这重要代志，迄个所在爱伊个，吼，啊，爱有伊个意见，吼，所以真困难啊。所以你来的时候，你有时间先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吼，啊，哎，我感觉你不通，来，吼，啊，意见就提出来啊，啊，一，所以真紧啊，吼，这个物件叫真紧，啊，所以一定爱用啦。我了拄啊，最近想着我问阮教会，就金牧师啊吼，我来讲你就是阮金出来金牧师。我啊金牧师啊你唔知吼、喔，我咧甲 check 一个迄个时间啦吼，一个演讲，我咧上教会上团结要演讲的时间，啊我未使记，我甲确认，伊讲伊家乡我在大肚吼、喔，啊回去待会儿回你啦吼，安尼啊，我讲啊你咧大肚，啊那过一个年大肚。讲还是台语吼，还是台语较水啦。好，所以咱讲，我伫大都，哦，我伫大都，啊，我伫大都吼，啊，这无共啊，但是一下来拢是我在大都啊，我在大都，我讲啊，你是人伫大都，啊，是你即马咧大都，啊，我唔知咧笑讲，我讲你咧大都，啊，若过一个年吼，你讲两下就大都吼，就叫，啊，所以。我知影吼，咱其实是安尼啦，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是足侪，拢有当时你看这个人，我拢啊，拢笑笑。你看我来，都爱笑啦吼。咱牧师若看，咱看教会若牧师咧讲道的时，哦，伊袂讲臭脸面咯，安尼哦，平安哦。啊，咱若看迄个姿势吼，迄个正言话。所以你讲你讲应该袂有准，我唔相信啦。哦，迄科比即摆来学迄讲买飞机哦，哦，迄啥物啦？唔是正眼睛，是大卫哈。当然，科比有一个好处就是伊左右乱打啦哈，乱打成功哦，左右乱打，哪来这个中吧？哎呦，白色力量出来啊，所以。其实在咱啊，我伫精神科咧看病吼，我来讲，若要谈吼，上紧啊，即摆看啊，其实我就来讲，若做精神科医生吼，上解简单，上解轻松就是啦，就是开药啊。哦，啊，嘛你其实咱来讲，精神科我唔知啦吼。我下当吼，用几套药啊，一样啊，伊就来讲啊，这个 B 啊，就 B 一套药都出来安尼吼，啊有症啊有症，你甲分三种嘛吼，啊就这种就 A B C 啊就出来，所以其实上解困难的是讲，要安怎样陪这个人吼，迄个情绪能得到抛解吼，啊，这个物件就是你必须要帮助伊去了解代志背后。不要，不好意思啊。啊，咱下一张吧。其实吼，咱来讲，哦，咱足侪理论咧讲这个压力啊，哦，人拢是拄着压力。咱来讲，啊，他都讲，我啊，你伫倒厝惊，哦，到即摆已经偌久啊。啊，民主咱行啊，愈行愈退步，哦，人权咱咧愈来愈倒退行。啊，所以。我记顶回来咧讲的是讲台湾人受虐待的迄种心态，吼、哦，
啊，后来无偌久，以后去行动教会，拄仔咧讲着讲，迄、那个啊太阳花，哦太阳花学院的代志。所以我讲，迄个时候，前几年，拄仔顶回要选总统的时阵啊，还唔已经三年外，吼三年啊，吼、哦，要三年吼、哦。我讲开心吼，哇、哦，是硬啊吼。有一个机会，想要把迄个马英九甲暗杀掉咧，哎，真有机会呢，吼、哦！啊，我就是刚才心内阁顿顶一个，我都无去啊，因为稍纵即逝啦，吼、哦，我都啊，但是看阁行到即款，看到科比出来时，我跳喘一条，我想讲，这是上帝咧看会到啦，吼、哦！啊，咱人会当看到的，迄个，咱即马吼已经培养一种真完全的这种。眼光，哦，你着目睭咧看拢看近的，拢看着幼疏疏的物件变看，啊，这会互咱飞起，哦，所以莫怪讲迄个以色列人吼，以色列人去对迄个埃及做奴隶，啊，带出来，去倒转来迦南地，你甲想讲对即摆用白哦，用白换白换来休困哦，迄嘛早就到位啊，无可能讲伫遐个坐四十单吼。啊，咱即马，咱一只咧写足久个咧吼，伊讲找无路啦，啊，我会记伫海洋之声咧，做迄、那个主持人个时阵哦，哇，听着口音，咱一寡老前辈拢一直咧烦恼啦，烦恼讲啊，即马是咧吼，即少年个吼，台语也唔好啦，吼，啊，台湾历史也拢唔知啦，哦，啊，变安怎？我就简单啦，啊，咱都爱去甲伊讲啊，伊拢唔听啦。但来讲二百啊，来讲啊，讲迄阿弟的倒啊，我唔知吼。哎、哦欸，我顶回去洪仲丘案的时阵吼，啊唔落去啊坐嘛吼，我落去。啊，其实我是，我真开心有呾开，人讲开迄个，就是我其实是想去了解看，因到底是咧吼咧想啥。啊，结果我到尾啊，我坐伫遐吼，我开始甲伊讲的时阵吼。哇！这规天都跑过来看，伊唔知比例这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啊。哦，当然咱嘛无可能伫遐好安尼长篇大论吼公开的。啊，我讲哇，这做兵这吼，这种代志哦，有做过兵的人足清楚的。哦，啊，这个比例这事件，哎，大概就是安尼。你讲哦，安尼哦，真的哦。所以你要介伊讲这个代志的是你的心理了解，伊的心理啦。人讲。我若甲你无关的，我若甲你对敌的时阵，要咱讲你讲啥，我要听对嘛吼。所以咱常常讲，啊囡仔拢唔听话对，咱就爱必须要甲伊做朋友，吼、哦。哎、欸，伊讲我这都头我白白讲，我来坐遮吼，我来甲阮坐啊，我坐到迄个球的吼，地砖落去，因为伊刚好搬完去啊，啊咱袂当上我近坐无位，我是已经到一个植物门的边啊尔嘛，吼、哦，我到你到迄个。看他跟大刀那边嘛，啊，伊咧烧，伊先甲白白个白白吼，哈来，哇，我一想，伊个出来，啊，后边，我去伊个台北车站个地下街哦，去买箱来，一箱来换。啊，不管恁讲一寡即个什么理论吼，拢是有各种个讲法啦吼。啊，我啊一般来讲，我较会讲即个变本事啦吼。咱人若准伫。伊即、這个拄着压力的时候，拄着一寡互咱感觉足烦啊，是讲伊感觉好真切，伊也实实咧感觉安忍袂了的时阵，常常哦，我拢甲形容吼，形容讲像咱咧倒粉汤安尼吼，一个粉汤汤下啊，哦，咱知影即摆若天气若热起来时吼，你一泡面哦，啊面膜啊，迄味呛起来吼，吼、哦，我你感觉咧消毒迄个味，特别是咱即摆厝无像古早，拢安尼冷风吼。空气流通真好，即摆拢风啊真白，所以讲阳台来讲吼，哇，你若住大楼啊，你拍开火吵出来，迄个厨房吼，再到迄个餐厅，拢会吵，吼、哦。哎，我无听到，开始开始。来来。我来这边。
一个朋友，你太太，他不算管的了哈。我昨哦，昨倒转去啊，等于转去我带无钱，我伫好话吼。昨是去啊，家己看我一个老师啦，啊，伊咧十二当中就入来吼，灵感啊灵感，即马佫孵化啊孵化的时阵转移迄个阴部啦，所以吼，真正拢无人去发现着。啊，伊也真歹势讲啊，学生真侪拢在做医生伊嘛，伊嘛嘛拢无讲安尼吼，所以到啊。即嘛知讲伊三月初二要去开刀啦，要开刀啊，所以我昨拄啊趁个球去看。啊，倒转来本来到好位，啊，我一个同学啊，差不多六当前再次中风，啊，毋是中风，是再次中风。啊，昨本来想讲要去看，啊，打电话，哇，这拢无人接，啊，即嘛伊在来做那个，要甲讲一下。啊，我想讲，咱先卡着个，啊，伊若无电话，咱就无过去啦，吼、哦。啊，即、這个我今年吼、哦，我今年无过年啦，吼、哦，所以无过年就是讲，哎、啊，因按我叫一只都无通食，一般食大餐就无通。我家己讲吼，我囡仔讲出来，我今年吼，恁啊，看恁要去对一只过年。哦，阿文伊啊，伊啊，伫在人过年，我今年哦，要好好停落来吼，利用一礼拜的时间，我许足足一礼拜对主心吼，对我今日吼，啊，探无啥钱就去探一寡干吼，啊，我想讲，我讲爱停落来，因为我感觉我即摆生活吼足闲，其实大家看我的时候，啊，你一礼拜才看八集哦。哦，梁先生，啊，你是咧不用啥？我若感觉我足不用个咧，感觉是伫迄个跑步机顶面吼，哎，对迄个教的迄个吼，你无行袂使啦，敢若恁愈行愈紧，啊，来看迄囡仔，啊，迄个要结婚，啊，迄个要结婚，哎呦，搞死囡仔咧，你即马足大汉啦吼，啊，所以我猛然发现吼，我活了八岁，你要哪做啊？你吼，啊，平日来时我就开始有一个紧张的。我太太讲，我爱赚到七十啦，吼、哦，上无啦，吼、哦，加迄条是在我啦，啊，但是上无爱赚到七十，所以我即个五十八岁到七十岁吼，即中间十二档，变啊贵，我啊去继续伫即、這个继续吃苦啦，伫即个跑步机顶面吼，啊，就停袂落来，安尼是吼，啊有，另外继续去走啊吼，啊，但是唔知有交袂对，唔知到底是要安怎啊，吼、哦。没安怎过，所以我有个调整一个模式啦，啊，啊，迄个 mode 哈，想哎，我来调一个看下，为啥我无赶快来步调嘛呢？所以我今年是无过年，啊，我家己一个意思，啊，我两个狗仔照顾啊，啊，甲照顾一下，啊，其他的时间我拢顺内心，家己感觉安怎吼，啊去做，啊，结果呢，我今仔看见，哎，我看三个只。嘛，咪反正来看病人啦，亲友安尼吼，啊，除夕也是去看一个同学，啊，即马大家来同学，即马伫迄个安宁病房咧住吼，啊去吼，去我请长老病，看了后，我头一摆托患者看，请我食饭咧吼，我伫病房内底，伊有外劳啦，啊，都煮煮个啊，伊食菜吼，啊，都摕来，出啊，就这样这样。哇！我就爱脚掌长一截咧吼，一个抓袂起去抓。本来迄天是讲要看了吼，啊，钓迄双鸡，就要来家己啊。结果哇，一看三点半，你早十点半就坐到三点半。啊，我喏，之前哥就是安尼啦，半路时拢听人讲吼，啊，听啊，即马那有通啊讲的时候，吼，讲到抓袂起去钓咧。啊是袂歹吼，啊我所以我会感觉讲，哎、欸，这是一个变本事。我感觉，若讲起来，我这七天嘛是咧好好啊清房间，也是讲变本事。哦，我感觉我这个厨艺团吼，哎，倒倒清气吼，啊，迄隔壁了不锈钢内底迄个用刷子甲撸撸的吼，撸啊甲撸的吼，啊，用一个洗碗巾啊来对用的啊开始。哦，刷干净，啊，有在咧擦到底啊，吼，有在抠咧，咧，汤也袂清气。因为咱人哦，常常拢是
这个地吼，哦，就讲咱这个地安尼是咱要推起来，哎、欸、嘛，还好啦吼、哦。啊，但是我若给你走的时就袂使啦，吼、哦。啊，但是你若是予伊搁较真衰啦，哦，咱我会记你刚才阮爸爸拢讲，到底爱七分嘛。就很慢，哈、哦，迄就像比赛抓出来啦，无你讲慢慢，来叫做抓了了一样哈。但是咱想想，就是讲咱普通应该是咱的内心的这本事嘛，逐工拢会来。老实讲，哦，你一日只你个听个车声，你无感觉无爽快，但是你无感觉到啦，无感觉到，这种自然吼，倒入去你这个内心的这个本事当内底。啊，你若保持说两三分，那你到五六分我就讲。变出来表的时阵吼，哎，足自在吼。你安怎行，安怎走，想着来走就开步吼。哎，水拢袂出来嘛，吼。啊，但是你若算无去处理的时阵，你拢低温满、高温满，吼。常常有人跟我来讲，哎，啊，无啥物代志啊，吼。有一个查甫人哦，吼。恁大家拢看讲，查甫人拢啊，迄种结出来了，查甫人较脆弱啦，吼、哦，伊爱面子啊，是啦，啊，迄种戳破吼，啊，一空就破落去啊，哦，啊，若查甫人都无急，啊，那个盘咯，啊，迄个韧性较高，吼、哦，较润呐，吼、哦，啊，就来的时阵，我讲啊，你有啥物心理压力无？啊，直接来问，我想想也无咧，啊，都囝大汉啊，吼、哦，啊，拢个头脑嘛拢有啊，啊，乖啊，也袂甲咱吵啊，吼、哦。啊，叫经济上，经济上袂啦，啊，都，咱若讲要，莫讲去环游世界，你讲要来对佚佗一下，啊，我招来去，迄拢无问题啦，吼、哦。我一直甲伊讲几波吼，伊都唔相信讲伊阿爹，吼、哦，到尾啊，我问伊吼，我这调查户口啦。真搞笑，真搞笑！啊，恁几囝啊？对个查甫，对查甫个，哦，一个查某，两查甫，啊，查某排着几个，哇，一个哇，啊，几处个，哦，你妈，啊，才读啥？我是硕士，你个幼年开始嘛，紧甲读大学研究所毕业吼。哎，后来才发现，伊才带着伊，我妈有影，哇，有影！我这个大汉后生哦，到这有带啦，三十八岁，啊，过来三九安尼啦。哦，哎、欸，你若想讲这上啥物，咱即摆想嘛，咱啊这烦恼拢会啦，爸母嘛哦，啊你着啥物烦恼，这啊伊也毋是饲袂起家己，目睭揢咧，伊嘛是活好势好势，伊着感觉伊无错，感觉讲，唉，吼、哦，所以这个物件是无意中发生，来下一张哈，啊、哦，无意中发生的，九二大地震发生这种灾难的时阵，哦，比如这事件发生这个就。当然，这对咱来讲是真大的一个压力，也是讲一个冲击，也是讲一个吼、哦，这拢是咱会当了解的。但是即卖吼，即卖咱较歹去了解的物件是啥？无意中一直发生的代志，琐琐碎碎的压力，吼、哦，OK， 这个咱阿尊有需要，我再把迄个。这个用来留咧吼，好，好，好，因为吼，咱来去大牌就是安尼，实在唔济啦吼，啊，实在是吼，无必要讲啊济啦。阿伯，哎，现在讲讲啊，就当，啊，搁现在，这是两面的，没有面，嗯，等下咱有机会就跳到转来，好，给哈，不要混水嘛哈，啊，不要混水。啊！大家拢无感觉，头一个就是你感觉讲我无变本事好变嘛，吼、哦！我本事上去上去，啊，无臭啊，吼、哦！有啦，你个歌看唔起啊，当然嘛无臭啊，吼！但是，那一直接起来，一直接起来时阵呢，到一个程度，伊只要伊个歌开一出啦，哇、哦！臭味就规拢出来了，吼、哦！所以人常常咧讲，压垮骆驼的，吼、哦！最后一根稻草。稻草呢？稻草压，那就个形容，稻草压倒一只骆驼。啊，这个相对来想，你就讲，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嘛，哦。啊，啥物啊？就是因为迄个买太重了嘛，啊，就踩来迄支，甲囥起，啊，都啊倒去啊，哦，啊，迄支也摕起来袂倒啊。啊，但是问题不是迄支啊，不是迄支稻草啊，对不？所以今天咱那对安尼理解的是，咱就知影讲，咱心中。哦，
爱了解这个观念吼。好，所以吼，即摆人其实生活拢太复杂了。好，我最近伫迄个我已经跟我分享一个物件，啊，特别讲个柯文哲吼，我讲哎，我感受吼，柯文哲吼，感觉上帝咧可怜咱台湾人，吼。修饰无带人一个礼物吼，咱当然毋知伊以后会变做啥物款，但是就即摆来讲吼，伊是个礼物。因为吼，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耶稣咧讲，人吼都爱顺从，亲像钱啊，像那个鸽子一样纯洁啦吼，啊要灵巧像蛇，吼灵巧像蛇，吼啊人吼一开始的初心初衷。一开始做强代志的时候，拢真单纯的心，哦，为这个理想来拍拼，哦，比如讲，比如热事件的时候，咱拍拼讲，哦，啊，以前到为了啥物，无啊，就是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吼，一口气一定爱拼出来吼，无讲为了我有拍搏啊，啊，像讲我想要台马英九，我论一个敢是讲，哎，你敢敢踩通下，啊，大家敢记安者，吼，啊，就论了一个记安者。啊，所以人的初衷拢是无咧考虑遮啦，吼，拢无咧考虑遮。啊，但是，迄、那个权力吼，牢固的时就开始玩巧。敢若讲咱享受民主两款嘛，刚开始的时咱足保守的，哦，争取着民主。啊，你莫讲孙文啦，吼，孙中山，咱莫讲其他的，其他的在讲啊，中国的啊，台湾，咱莫讲遐。我感觉，伊咧讲着迄个，伊是英雄嘛。看啊，真清楚嘛。所以咱较早来咧读社民主义的时候，拢讲着啥？讲着迄个五权宪法啦，啥物迄个爱节制私人资本，吼、哦、啊啥物？啊你讲干那只骨头啊，其他我是讲袂起个吼。但是节制私人资本，啊，明明你国民党你拢知影爱节制私人资本啊，你啥去互迄个贵个财团吼，迄、哦那个财团伊啊，啊个啊个互伊一直大起来，啊大到比国较你无。柯文哲咧讲，啊，我是政府是上天对啊，那个郭台铭咧管了一下，对吧？哦，那是把拢都变去啊嘛吼，所以迄就是啊、人当啊开始的时阵进入理想，所以咱顺从亲像鸽子，哦，分教啊咧，真咱讲就啊，就是一个真纯洁的吼、哦，完全无迄个污染的心情，但是。不顾了的是，咱讲啊，哎，但是咱做代志吼，柯文哲的欠着讲迄个灵巧如蛇，伊无啊，不一个一句话，一句话吼，会对咱那个心啊，有死啊，讲搞呀，又讲一句话，啊，这是要怎笑？所以吼，迄个真，但是你也知影哦，就是因为即摆人已经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太厉害了，对吧？你像迄袁翔，对吧？对，赵英雄，吼。哦啊，今天了，安安啊，哦，各种人唔免啊，所以伊啊，确实来伊讲有兵法吼，确实个。不过今天就是讲，拢弯弯翘翘啦，所有嘅代志拢弯弯翘翘，所以真侪人讲伊动着财团诶啊诶利益，也是讲伊诶吼。但是事实讲，咱后壁无讲出来。伊是即马咧，互其他正派咧做代志的即个中小企业，伊会当卡出来嘛？这是利啊！伊同时咧处理，另外是生利嘛，对吧？无遐人，你讲啊，我这三十亿来标，哦，我这无法度啦，三十亿要怎做？我标三十亿，好诶，我硬度安尼挣挣挣三十亿，对吧？去叫人袁翔啊，是恁遐财产人，我十五亿我安尼做。这有可能啊？这是哪做，对吧？啊，所以，哎，人伊无要紧啊，呀，就是要追加嘛，对吧？吼，十五亿啊，做啊，即马都钱少破啦，即马物价上涨，哇，这三十八亿，哇，再来八十亿，啊，百五亿，对吧？你到尾啊，人两百几亿在做啦。啊呀，我咱都做袂到这个，都规规矩矩，哦，啊，实实在在，三十亿真正我甲你做起来，对吧？就是我讲的，所以讲起来，你起码就是讲，所以讲这个是单纯，这个是足重要的，因为即卖人已经失去单纯了，哦，
所以拢讲究技巧。你无看，即摆咱若所有看到十字吼，大多数，莫讲咱的正文十字，较袂猜出来哦。新台湾十字嘛无伊哈，新台湾啊，即摆存一个新新闻嘛哈，其他大家拢无啊。即摆你所看到拢是咧讲钱，什么往什么向，你看电视节目，什么向前看啊，什么前进。全军中国，中国啊，拢钱钱钱啊！你今日囡仔，即少年人拢目睭看拢钱钱钱，对吧？我、哦、本来也是感觉讲，哦，钱好，真好，哦，我要赚第一桶金啦、啊，吼、哦！我趁只久，我就捌看过金，啊，我捌看过金啊，有无？卡只只是了金来咯，其他我都捌看过金嘞吼。欸，我去银楼看，看有安那，我就一桶金啦吼。所以，迄已经拢歪巧去啊吼。迄所有的社会价值观拢去甲你教，讲你着安那做，安那做，才会当两全，才会当成功吼。咱若准是存一个单纯的心，是一个纯洁的心，一个理想打拼。但是讲你理想认真去做的时阵，咱古早人爱做工课啦，讲我对做对人做师啊，你著尽心百拼，你做着用光红修理，用咩红迄落哦，无看到讲迄落头得拼咧涂骹，迄做人行行行，拼落来涂骹，啊人还食，拢伫遐咧看，我啊即卖囡仔呾，哦安尼来，当来硬到要死无，安尼吼，晒老来，我哎呀，我就感觉足足个，吓，当来那边啦，爱著做些代志啊，哦啊无经过安尼。风霜历练，啊里边让左转哈，啊，即款拢是取巧，要看要用什么方法来让人达到大家迄个目的安尼啦。所以你看，生意人啊呢，啊即款社会价值观嘛，拢已经拢完全去。所以柯文哲出来，伊是倒转来强调讲，嘿哦，若要讲起来，其实起来，咱是打伫即个单纯哦，单纯的即个心来做代志。在这中，咱这来讲究这个技术，变啊侪，变搁啊精进。啊，唔是无这个基础的中间，咱去咧做这外巧的代志。那是这做这外巧的代志，变作是灵巧如蛇，啊，你就是蛇嘛。哦，你就恶毒如蛇啊。哦，所以我感觉科比这个是开始，予咱有一个哇，大家松一口气。哦，伊咧讲的话。哦，咱真久毋捌有这种迄佛教讲清凉音呐，你会看个，较早拢想，哦，即摆佫出水个，佫毋知讲啥清凉音，因为我迄时我嘛怀疑讲，即个人来做市场，即个哦，讲三句话就出水一句话，这是要安怎吼？啊，后来我看伊一场伊个去个 LA 吼，去洛杉矶讲吼，对咱。来叫伊讲哦，对头到尾哦，原来你若有时间，通啊，互伊讲两点钟哦。哇，对头到尾讲啦，一套啦，哦，确实有一套物件。哇，无去无去，安尼咱才知影，安尼出嘴迄个，迄个吼，爸爸我巧了吼。所以对遮咱了解了，咱就开始有信心哦。啊，当然，啊，拄啊，咱就是咧讲吼，讲，咱。这个，看都未记得。你在讲啥？你我那个人我都未记啊。我问你安尼哦。这个我讲，所以我想，但想着你讲哈。心理空间啦吼，所以他都来讲了，这个中间咱就爱把咱心拍开啦，吼啊。把笨手掉掉，啊，有当时啊，用单纯的生活，吼、哦，爱笑啦，吼、哦，啊，我真常这样讲，啊，我吼两礼拜来遮，来开讲一下，才有通啊笑，我无见，安尼两礼拜来笑一届，总是你比你规一个月笑一届就比较好个，啊，无吼。笑，我常常咧讲吼，人咱家属人伫遮，咱拢爱讲话，我啊，大家即马。那你嘛静默一个小时，啊，阿每一个人袂使互相讲话，啊坐咧，吼，啊你是会使想，你想无紧，吼，
一点钟后了啊吼，咱再讨论代志吼。啊，你怎念念不着？啊，我无电话给你，你家己写。你讲一点钟了吼，牛若较好的是困去啦。哦，我安尼规定讲袂使困。啊，困了甲搭一下，袂使啊念一下吼。你坐里向吼，大家面头拢一直夹起啊，吼、哦，因为你一定拢会想啥？哎呦，他不出来，较顺在去观摩吼。啊，讲要去创啥，煞袂去啦。啊哪呢？吼、哦，啊明仔载，哦明仔载要开市啊。啊，我怪小姐唔在，准时来无？甲慢一下好，像反正坐个，啊啦，哎，拢想这啊，这叫烦恼嘛。哦，啊，这烦恼你想的时阵哦，你自然就笑不出来。所以咱常常就是讲，你若无找人的时阵，无甲人做伙的时阵，足歹笑的啦。嗯，若要会笑吼，就是我的迄个精神病患者哈，哈哈哈哈哈，有幻听啦，有人咧讲故事听，听啊，哎，讲个迄个自言自语自笑嘛，哈、哦。啊，若无的时阵哦，真歹笑呢，真正是歹笑。所以我常常咧讲。人啊，老的时阵，吼、哦，咱到，咱讲，这牧师直接吼，讲安尼说，讲老板白净的时阵啊，哈，咱若坐公交，啊，你若坐你啊，我坐你只，啊，一个木头夹夹，一夹夹，吼，啊，到若比一个，啊，叫起来，啊，着搁想，啊，搁夹，啊，一个是，我怎样讲坐，还是咧摇鱼，我坐摇咧，笑。伊啊，伊有足侪美好的回忆啦，吼、哦！啊，所以我讲吼，人的输赢就是伫咧时阵啦。你即摆去哪搞无？到你吼，恁两个都拢袂当创啥，两个坐咧遐，啊，都一个笑一个，安尼白头发白头发，吼、哦！啊，愈笑愈冤切，吼、哦！双人对我无好，路无公平咧，吼、哦！啊，搭搭架吼，个心不一下位吼，啊，咱是讲都。那个新妇做了吼，结台了，即嘛是讲，咱新妇来，咱嘛无甲管啊，咱是甲讲一个讲安怎尔吼，甲你，你插面插咧安尼吼，吼，愈想愈硬啦，吼，啊，恁个孙啊，哇，你也想咧一大官啦吼，所以人个快乐无快乐，其实在这个所在，吼，所以拢是伫咱个，咱若主动去想大步，恁人拢会负面去想啊，这，好，啊，这是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伊甲放一个危机感伫遐啦。嗯，啊无，迄就是原始的你生活。哦，咱若无迄个危机感的时阵哦，你走路，你着啊，爬落来，行来一下，再踩落来弄死人嘛。所以你跪着，哎，小心嘛。哦，下，哦，看嘛，哦，好，行来，哦。啊，这就是爱有警觉嘛。但是你若常常伫咧警觉的中间的时阵，你着紧张嘛，你着烦恼嘛，啊，顾着不准嘛，哦。所以这是这个意思吼，啊，另外一点就是，爱选择吼。咱看电视，我常常看电视，哦，啊，来看电视，较早拢是哦，一台看过一台，啊，一台过跳一台，跳一台，吼，咱这遥控器这个 channel， 这个讲，侬那，我看无咧，还是往上往下啊，唔知啊，哎，一二三吼，迄阵都较清楚啊，吼，啊，就是咱讲啊，都休闲就是。大家讲啊休闲啊休吼啊啊闲啊，就是看电视啊，就看啊，如看，嗯，袂使啊，吼、哦、啊啊，所以咱即马特别是正这部囥做位，我来六七台吼，啊来看倒来，啊来看倒过吼，啊哪个这个哪个这个哪个这个，啊看到吼，看到 TVB 是屁个屁个，啊看到中间跳过来吼。啊！两个看到讲，吼、哦，这三弟，吼、哦，调皮，哈、啊，现在调皮，啊，一定是阿杰乱来，哈、啊，所以两种人拢共我嘛，哈，啊，你不管三弟三弟安怎吼，这边倒温暖行李啦，这边倒温暖行李啦，哈哈哈哈哈，中包啦，哈、啊，我反正都一边一定会不做咧，对啦，啊，所以你，咱我头拄来讲，那是大诶，这个压力，比如讲地震要来啊，风台要来，哇，咱两个风台来，咱。预期嘛，吼、哦，会当预期又搁较好。三天后，这个风台有可能对咱造成真大的这个，吼、哦，西北台对咱这台湾海峡起来，吼、哦、啊，对咱这直扑来，安尼你会创啥？哦，
啊，我就是好歹流水，较紧的哦，爽哦。哦，啊，无你规个停起来哦，啊，看外头安那个风个吼。我记得是，我太太佫捌伫，我伫漳嘛，漳州咧上班的时候，哦，迄摆是啥物？韦恩对头摸起来，吼、哦，17级的风啊！哎，佮迄个在货柜车伫迄、那个，高速公路顶面拢变过嘛，停咧遐唔敢走啊，拢变过啊，吼、哦。迄个吼，我还去上班咧，我去去去面哦，去遐路头脚去拖把，去来拖。啊，我车驶过吼，哦，迄怎啊干啦？迄、那个叉口的，我讲叫咱飞啦。我想咱大家来，啊，甲想一下，还有迄个机个哦。啊，我再来，我转来，我讲，哦，伊那遮厉害，伊竟然吼去把迄个外口迄个冷气机吼，吸水入来。哦，那个汤也湿水个，伊摕雨衣哦，去外口甲包起来哦，哎呦，湿甲了了嘞！我讲我在这里，在这里，所以我对潮人真正足佩服个啦。我记得拖地尔嘞，哦，啊，迄边头最好痛嘞，啊，发号施令，靠自己就这个搞啦。啊，迄种你预期会到个，哦，三工后风太会来，哦，即咱。哎，咱能准备，准讲无得准备，咱会当想啊，是讲咱会当知影讲有偌大个伤害，我准备甲忍受起来，吼、哦。啊，若第一当就较恐怖啊，第一当就撞起来，哇，紧个吼，唔知个。啊，你看第一当了是，大家真侪人拢唔敢帮完，吼、哦，暗后来吼，拢唔敢入去厝，从伊人我嘛，哎，天硬硬，大腿痛，大腿痛，吼。多天多了啊，所以迄种比较难以预期吼，较歹会当先知影这种代志吼，咱心内会有种足不安的感觉吼，不安感觉。啊，即个吼，即个是这种物件是一些资讯，咱看到三台电视台，我咱两个人会记哩三台电视台，三台电视台是啊，七点我来看电视哦，看。今日国家发生什么代志啊？对一下发生什么代志吼？怎啊不是啊？随时啊，吼、哦！你对一下哦，那个伊斯兰国，哇、哦，太贵个，哦，比较多那占贵个了吼。啊，对一下去那只换一只飞机，吼、哦！啊，对一下讲啊，有啦。你若讲咱台北发生个这代志，咱啊，这都咱台湾代志吼。但是迄当然啦，你即马知影，你就感觉足恐怖嘛。但是若古早迄个时阵，迄、那个消息要走来到咱耳仔是足久嘛，哦，而且有可能走袂到遮来嘛，哦，所以迄当时无这种问题，无这种资讯的问题，咱干那个看电视，就迄半点钟，哦，12点啊，暗时7点就吼，啊，透早阁有一个晨间新闻，看6点或几点安尼吼，啊，照三顿的吼，啊，咱就啊去先再看一下，啊，可以当选台，迄阵要看电视。我已经细汉时要看电视，还阁遐少咧，甲敲门讲啊，拜托吼，是不是？啊，阮来看对一台吼，我讲只着要对一台，你台叫迄个什么广告片嘛吼，啊，咱就是要看迄个影影集嘛，对吧吼？啊，厝里无电视，计唔拜托咯。啊，人讲啊，来，好，小朋友你再来看来吼，啊，实在是来无款，就要看这啊，你着吼，啊，那个时代。做研究，让人看出了资讯啦。但是今麦吼太侪啦，你不来吼，都拢会来。所以当然啦，咱今麦用 LINE 吼，其实是咧，咱这个年代来用这个是，我拢会劝讲，咱就爱去学习去用，用 iPad 啦，用吼电脑啦，用迄、那个手机啊啦吼，智慧型手机啦 LINE 吼，安尼是啥啦？叫少年群。你跟少年人讲，嘿，哦，我话你来啊，惊我买来，我叫，好呀，好，我比较想，哎，刚刚录来录去啊，你刚刚不是我的专利呢，哈，啊，你来讲比较，你看嘛，就是行了，啊，你讲，哦，这怎么哈，啊，你开心过来讲，你过来，搁再讲一寡遐，你想要该讲的物件，你才要听嘛，哈，啊，但是即卖就是，咱当然是未去上瘾。那吼，但是少年人真侪拢，即马太侪拢，哇！即马迄网络上瘾，吼，即马囡仔就想规工拢不离啊吼。啊，所以那像迄少年人囡仔来讲，很简单，你就是每节课都要下课上个厕所，吼、
你一定得爱五十分钟、一点钟，啊无上上无你两点钟，你得起来放一招，哦，啊无我教伊讲，啊无你得，伊讲没有水不行哦，哦，啊补充水分啊，补充水分你得放一招嘛，吼，啊放一招起来，啊伊得起来活动，吼，啊所以这个是咱即嘛，我即嘛一直强调的，我这资讯过多，互咱足袂快乐，吼，足袂快乐。好，现在。啊啊对了吼，阿姐哦，你若对袂着脚步的时候，啊，迄个哦，我即个即科技啊，迄个拢囡仔咧耍的啦，啊，迄个安怎吼？我昨昏倒转去，我一个表兄73嘛吼，我讲啊，你有咧来无？讲啊有咧，我倒即个过年哦，阮遐后生转来，就甲我送去哩吼，啊我讲哎。伊讲阿妹来用，阿我阿你都家己弄出来吼，阿我翕一下，哦，好啦好啦，阿就看起来吼，啊，等下我就，哎，你看，我就试一下，哦，哎就，啊，你看 ，hello， 啊，阿你就看到啦，哈，你嘛真紧啊，哦，我那拄啊一对看到一个，伊就我翕起吼，我伫啊，我一转看到一条倒来嘛，哇，一条我看到足紧的吼，讲我系传到你，传过，哦，水果来呢，我感觉足注意的啦吼，啊，即个吼，咱也是咱。卖老化的心就是安尼吼，咱就常常，当然咱是用咱叫那个讲啊，要困啊，要唔困，搁伫咧边说咱是无理教安尼啦吼。啊，但是吼，你若对付着电的时阵吼，则会落伍去的吼。无你若长站去吼，哇，以后要足困难的啦。你愈远的即嘛，即种新科技的物件，差不多半点一轮啦。你手机啊吼，我即嘛足想要换。叫我讲，假是换机哦 ，iPhone 6，我甲你换机，我哇，恁老伙仔又是爱买迄落山寨机，常常人问讲，哎，你手机啊啥物吼？哎，哦，你看个咩？我讲这山寨机啊，我连名嘛念袂出来咧，我来去看卖啊。啊，这个是一台叫做变频啦吼，啊，这台是 Fly Phone。我maintenance 的，那个 maintenance 啦，你唔捌听过嘛？吼，又唔是 HTC， 又唔是 Sony， 又唔是迄个吼，啊，再拢无，伊讲哎，小米机，我最爱国的，我咧小米机，我用山寨，我用台湾的山寨啊，对吧？啊，所以，爱常常跟朋友联络啦，哦，有人讲，哎呦，我你坐坐吼，我都唔知有时间无，哦，真济安尼，我有一个。我捌送吼，伊嘛是，我讲啊，你即摆遮济，你啷买伤济？啊，讲带种红果啦，一个带红丸，啊，一个带蛋糕啦，一个带台中去食，红啊，都拢伫附近啊，啊，买伤济，哎呦，去吼，啊，咱唔知有闲无啊，对无？去，人咧无闲，咱去到坐三分钟，然后歹势甲咱赶，啊，歹势甲咱赶，咱坐到吼，心内感觉足愧疚安尼吼。其实吼，我感觉即个朋友联络像咱拉个吼。上好，你只欢喜上，我就甲传一个物件吼，啊无迄图贴甲打一下吼，啊就，哎，哦，我你拿这个图贴当倒回来，然后我送我你，夹过安尼吼，哈哈哈，足好耍个吼，啊我因为即马这当然新步啦，新招，啊但是我咧讲，较早读大学时，我会记以前读，中国医学院迄个，阮一个老师吼，是教什么课我袂记。诶，无啥相关的课啦，但是伊感觉教起来，我就感觉比真好个 idea 吼。伊讲我着半冬吼，啊着经甲个买一枚吼，啊咱是一块嘛吼，一块啊着落一个，我着伊讲第二波着甲掀开，啊着甲诶一个啊我个人吼，啊着落个啊着看，哎喂哦，啊你怎安怎？怎啊成了无？哦，哎呀，恁恁个毋是囡仔，你个毋是个囡仔，哦，对啦，啊，对啦，啊，种咧读，你要考个种，哇，啊，即摆真忝哦吼，啊讲，咧时间到就无啊嘛吼，啊，啊连接啊有再个连接啦，看着人伊伫啊吼，伊若50个，伊做50块哦，做伫啊落，哎，半当伊来考一摆吼，后边见面的时阵吼，有话讲。有一个话题嘛，啊！你若无当才见，见一开面的时，见面要讲啥？我会记我同学会吼，我是到初中的同学会，啊，我到三十二岁时，阮一摆去台北，
开嘛，啊，伊现在咧十六岁离开，甲迄个20几档吼，啊，伊人生咧变化较大啦，吼，伊年纪现在变化较大，啊，就是为啦，同学会搞的时候，大家啊，你好，啊，我伫边看吼，我啊，你现在看咧足趣味的啦，手是咧按，但是目睭咧看着你敢知？看伊秒白。你是名啊？你去啊？车锁嘛，十几档啊，面色啦，哦，恁较早做伙时是遐大汉啊，啊，像啊年纪安尼啊，当然是记袂起来嘛，哦，记袂起来。啊，我迄个转去，去教会做礼拜，哦，做日啦吼，做日我转去我婆婆教会做礼拜，啊，有一个。我就讲比赛人叫发散，我看到人叫发散，发散啊！比赛就讲恶散啊！我发散来几只杯，这叫做发散啊！哈，恶散啊！哎呀，我就笑笑，看到三龙啊笑啊对吧？哎，来，笑了伊讲，伊讲怎发散？太衰，你散！伊讲我是国男的太太啦，哦，国男，我想一个。哦，迄些拢爱欺负我，迄个啦，啊，就要做丢了，哦，然后我讲我讲来，我无看，我不我较早看到咧做丢了啊，可能拢咧输袂，拢伫顶边哦，拍面不带穿西装啦，哦，啊，今日伊可能唔穿，啊，未来哦，有影啦，穿只短裤啊，啊，迄个休闲服穿的，我话我无怪认袂出来，啊，要国民太太，啊，佫较歹认啊，对吧？哦，啊，所以哦，真正你呐，无食做伙，真正袂认你呐，哦。啊，过来就是做下一年来，唔知要讲啥，哦，啊，所以恁无话题嘛，无话题，你会愈轻松，哦，啊，所以这个愈轻松哦，来潘老师后面咯，哦，啊，所以头头我咧讲迄个例真好啊，咱从赖嘛是啊，久久来嘛，啊，想到这个人朋友，唔知有滴滴话吼，跟赖一个，啊，好歹咯，我一摆哦，阮同学面，啊，阮电话一直卡，哦，我当时真正无迄种。敲电话，啊，无寄回也是种敲电话，啊，我两叫伊联络，电话，然后有一天，一个查某，一个学生敲电话，然后讲，啊，你咧是啥物人？对，我是也是啊，我到同学会吼，啊，想讲你甲联络，到底好未？你甲联络啊？伊讲已经过身三天啊。啊，咱唔知要讲啥好啦吼，非常遗憾。三等啊，你即马要甲安慰啥？吼，伊讲到半点钟哦，咱想啊，即马实在是，哦，真正真难搞啊，迄个。啊，就是安尼，朋友呐，就是你个，吼，这种代志啦。所以我即回要去看我迄个刘感情吼，乳癌复发迄个老师的时候，我伫咧我咧迄个赖里边吼，我个。大家讲啦，我讲，因为我会记哩，我迄当时我一个同学参加同学会，哦，足优秀诶，我迄阵是迄个什么，咱讲托福啊，世界纪录保持人啊，十八楼的球员哦，迄当时啦吼，啊，伊拢无出国去啦，啊，尾啊吼，因为所以爸爸做警察其实也无钱啦，伊吼，全是讲太贵重啊，再来，啊，落去美加吼。去做英文老师，要带带带外国朋友嘛。然后这老师就是到阮的同学会去当，啊，就甲人讲，讲有来伊即马拍算吼，像明年即马准备好要出来嘛，吼，就要出国啊，要去留学。结果出国进程，还想着讲啊，你出国啊吼，还佚佗者，去平湖，载落，复兴航空载落，你现在被告的。妈奈个，找甲遮拄好嘞吼，啊，所以我讲啊，遮个物迄个时间呐吼，啊，所以我讲同学咧联络吼，阮就是讲，哎，真正有影你就是会无去，啊，你若线下珍惜，所以我甲遐同学劝，我讲，咱免真顾伊，但是咱若旧变吼，你遐过年拄啊等阵空嘛，等阵间你啊，我过啊，老师看一下，当再看一下，无定你又发现讲啊。拄好看病啊，拄啊，吼、哦，但是啊，伊咧把这消息放出来，哎，大家咧当作为关心，吼、哦，所以这是咱即马这个时代较欠缺，啊，这种物件互相关心，吼、哦，而且我讲，
伫路伊咧交替来塞车的时阵吼，我咧讲，我正在感受着阮爸爸迄时阵咧甲我讲的一句话啦。伊讲你知影吼，我安尼甲你妈妈车塞来去看老同事、老朋友的时阵，偌欢喜，敢知？吼，头一个是讲咱真健康，咱还阁要塞车，我都塞车出去。吼，而且是气看到伊，啊，中风袂当。袂方便，伊要出来根本就足无方便的嘛。你看一个朋友都足好个，要讲要搁再看遐看遐看吼。啊，咱去买一个水果，还是讲扫一个啊伴手礼去，吼、哦、是足欢喜个啦。迄种欢喜是讲我都无法度去甲你看，啊你搁会当来甲看，我足感动。啊，你嘛感觉足一方面感动，一方面是足感恩呐、啊。咱会当哦，比如我去人看是，我无着感情啊，吼、哦、啊。结果我去人看，哦，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气力来看，哦，哦，这是足报销的。啊，不然时啊，咱无感觉，说啊，算了算了，啊，都啊，因人家拢哪有闲再来啦，哦，拢是安尼想。啊，所以我这摆是顺着心里走啦，哦，我就感觉讲，哎，这个感动来，我就来做看看，做看看。哇、哦，结果我感觉这个收获足大。哦，无像咱过去咧过年哦，哦有啥啥，啊着遐食青草，遐食啥，哎呦袂使袂使，即啊走走咧，啊有人食嘛，安怎？哦，所以足可怜的，他们过一年过啊足可怜的哦。我今年才感觉，哦感觉过着真轻松哦，敢会记讲咯，安尼狗仔会记甲饲啊，水啊记甲养食，啊放屎会记甲捡起来安尼吼。所以你看哦。主动关心帮助别人，这个对咱的有足大的帮助。因为啥呢？恁看到别人的困难的时，咱会看到感觉足感恩的。无怕东西啊，开餐啊，哎呦，人伊遐好命啊，哎呦，我一摆一个同事啊吼，我刚到来，我倒转来才开业的时，伊拄着我讲，对，啊咱平平出业，啊平平，刚开始做医生。啊！你若做那只神，安尼啦吼，我抓起我讲，我安神，是不是毛影嘞？我拢爱有诶，你知道吗？啊，过来像我即摆开一个 L 开头诶，伊来讲，哦，你个，你诶，最近讲听讲你开始叫我叫我 L 开头，哦，我们赞咯赞咯，那是真啊！啊，你 L 是大字啊，啊，你较细字啊，哦，啊，所以无自我调侃，哦。你若无做，他肯定有做做的啦。你看我，哎呦，啊，来做医生，做安尼，啊，做安，啊，唔是讲伊特别高谈的，你讲干那迄个高谈，咱拢大概差不多安尼，我叫是干那我含难谈的，哦，啊，迄种足高谈的，安尼才会歹啊，哦，啊，我是上帝哦，我安尼，迄个十分之一拢照无咧现哦。啊，做了一排吼，啊，虽然无讲大家有收入吼，但是伊对我拢有照去干来呢，我拢收入拢摕这个几多，摕这个几多，啊，那我才爽安尼啦。哦，所以你若去看到遐，我来去看我的同学，哦，中风，那是暗时来做气科啦，暗时下班落来吼，我一拍麻将啊，哦，一摆中风，我看到伊的时是第二摆，哎，是第一摆中风，啊，我一个同学过身吼，我做一下看。你再来好好打工，给个肯子，再做一个肯子，哦，啊，我规个朋友拢知影，哎，较赞，哦，哇，遮水哦，啊，佫带咱遮少年哦，啊，你遐无身体无顾好哦，你安尼讲，到时你若骗咧做咧去，你看袂好咯，吼，因阮同学在一个块叫，贵姓来贵姓嘛，啊，迄当时伊也讲个，过无半冬带起来，啊，即摆就。就开始安尼，啊！你去考咩啊？就像我这也使啦，哦，我嘴了嘛，我本来安尼，啊不然小妹，啊我感动还是那个无要紧啦，吼，那卖失智去吼，啊，千万嘛要无要紧嘞，哦，千万反正嘛是天生变位叫做个当个了，啊嘴这个嘴那卖，就惊嘴硬到底发白啦，不然不要看。伊去考边啊，我都讲，吼、哦，迄是足精细的物件嘛，所以我都做，好加在人活嘞，若讲起来是好加在人活嘞，哇啦，人无活嘞，伊财产若讲咱狂马车，也是讲下买车啦，要创啥开掉吼，无惊就干呐，
哦，因为伊老实讲，伊太来个差异年岁较侪算，啊，囡仔较细汉嘛，所以阿袂请起来，你安尼是作忝。啊，伊即卖还阁会当，算讲伊做迄个做院长，啊，请人来咧看，吼、哦，挂一百安尼吼，贵啊贵。所以安尼咱去看时就感觉讲，哎呦，哦，瘦着还阁，哈哈哈哈哈，实在上着还阁好啊，安尼真好啦吼，咱再去体会。所以你单单伫自卡想哦，你着拢会想，哎呦，你讲我瘦啊，无影安尼，我也毋知要哪甲认啦吼，着，安尼拢想这啦。哦，安尼最近看的是哇，迄种小事啦，哈哈，对吧？你塞面子做你去录啦，我塞你讲的对吧？啊，那有宗教信仰的这个哦，小概括哦。啊，上无我感觉是讲，你讲柯文哲，咱不管讲信仰是信道教、佛教啊，是信基督教。我通常我若讲教我患者讲吼，讲你来信基督教，我看像我有信仰偌好嘞，安尼吼，不一定伊感觉反感吼，因为我是信佛嘛。哎、欸，我讲好，咱把这个宗教去掉，人要有信仰嘛，对不？你要有一个人生，要有一个目标嘛。我好有意义无？吼、哦，好有意义，这足重要。吼、哦、啊，所以你要给人，你要好有意义，不是讲你去一个孤岛，吼、哦。你孤岛内底，你变外围，有啦，迄高山啦，是讲遐个来讲，哦，你逐工拢卖去少，我食我感觉你少，你食好安尼，你有感觉有意义。你就是爱伫人群当中，吼、哦，伫人群当中互肯定嘛。当然，自我肯定真重要，但是外在肯定，吼、哦，这个意义才会造出来。所以，若你讲，即马安宁疗护就足流行个嘛，吼、哦。啊！你若讲三十当前、二十当前，大概你是那个连迄个肿瘤科医生哦、喔，去查房、去查房的时候，看到迄患者家属拢是个歹，吼、喔，反正这时再来，做嘛啦？要救不起来，吼、喔。我医生那样歹，我不是啦，伊惊死，我迄医生惊死，伊唔知要面对死亡啊，哦、喔，所以伊就要看到这患者。咱若外科哎，开开咧处理，哦，现在给外科咧赞啊，这大家都自卖死的，那救袂起来啊，这医生那么搞，对吧？所以伊咧做肿瘤科，伊是做个，今晚要来甲患者讲，啊，你着啥物讲？我这讲袂出来，伊唔知要怎讲，所以惊，哦，啊，所以这个中间就是，豆豆今晚大概拢差不多。因为我捌伫家己基督教病院，甲革命安宁疗护的团队吼，做伙过一冬，啊，我逐礼拜拢去甲伊开会嘛吼，啊，护士蛮惊嘛，你看少年囡仔吼，伊二十通岁，啊，就来面对这个死亡的这个问题吼，唔知要怎处理，足济即个细节，啊，所以我来淡薄甲因做团体治疗啦，吼，护士互相讲讲的，啊，迄个中间来。会当激荡出一寡无同款的看法，即摆拢较清楚啊，因为即摆拢用即个意义治疗学吼，即个大师 Victor 吼 ，Frankl， 伊讲法，种人的生活意义吼，活的意义，有一种是工作意义啦，工作价值啦。咱即摆像我即摆明仔载要过来开工啊，对吧？吼，啊，就有钱通啊，对吧？对吧？吼，啊，有钱就是一种鼓励嘛，吼，这是价值。你看，我爱赚钱对吧？哈，这个赚了袂歹啊！哈，所以散拢散了，上医生嘛是医生啦！哈，好。但是像我个同学，伊怎啊呢？伊也袂当讲做司机啊，对吧？哦，嘛唔敢出来呢。爱排吼，像我拢想讲好佳哉，我拢无挂我个名。哈哈哈！哈哈！有诶吼，啊，迄个啦，啊，那个施义贤这边诊所啦，吼，那个谁也施义贤啦，迄个啦，哦。即马都开家开手啦吼，对不？所以伊迄个时阵，你免咯，你免会当感觉到你意义。那我来讲，我不得出来，我轮椅塞得出来是人家，吼，无咧我出来是啊，啊，对，哇，你即马吼，哎，出去都要保养哦，吼，啊，对，你有法度安尼无？还是你出来？唔敢出来。哦，我差不多，以前我因为去看的时阵哦，差不多同伴拢唔敢，
互你去遐看。你著知影讲，迄中间，迄当我的折磨，迄毋是干呐讲辛苦的艰苦，是迄种民主的甲迄种人怨气吼，啊，甲迄种家己感觉无活力、无存在意义迄种吼。啊，所以人伫即种中间会当创啥？咱当听音乐对吧？咱当看欣赏影片对吧？吼、哦、啊，你若讲像即卖 iPad， 你甲点点个点嘛是咱当看一寡风景啊，去迄个 YouTube 哈、哦、啊放个音乐放个听听哦，各个风景世界风景拢有咱看对吧？哦奇奇怪怪物件拢有咱看，这叫做经验的积累，就是讲你当去甲体验哦，而且积累虽然你袂当有一种工作价值。到家，当然咱倒伫遐嗨的时阵，吼、哦，伊会记得伫倒位。你根本，你若讲，哦，像我即摆即同学，伊即摆伫安阳疗护吼，差不多坐到等时的白头开始夹的时，就知影讲即摆要开始做毛病啊，吼、哦。啊，即摆是当然较方便，比如讲像较早，咱较早四点钟才当做一支，即摆来叫医生。今年啊，甲你听，甲做，唔好，袂使，即摆甲做哦，会掉咧。哦，伊就惊讲你会上瘾呐，哦，会掉咧，袂使，啊都要死啊，你是要叫，袂使，要考过咧，袂啊，这个观念就是后来才改变过来吼，咱才哇，有影，你这个时阵咧讲惊伊毛会掉咧，即摆人都咧艰苦啊，所以你伫咧听的时候，我听人甲患者讲，我讲你呐，无爱，吼、哦。我爱运动，我爱去跟人啊交配，我爱做啥？你个足恶作的是，当然有当时啊，种恶作是心理性的恶作，好，不心理性，就是讲是，譬如像我啊，二零零三年就一届忧郁症嘛吼。一摆当然我有压力，但遐压力唔是真正遐大，是脑部吼，拄啊卡着你即摆压力，所以产生出来一个忧郁症。所以生理上的一个原因，环境上的一个原因，过来就是讲，这个人是落强的，还是讲本来就安尼，硬登硬登的啦，都无同啊，吼、哦，这三种原因加起来，造成一个忧郁症啊，吼、哦，啊，所以伫这个你拄到吼，这种，我讲哪里会当做的，你愿意做的，吼、哦，你若破病时，我讲我连当边个来安慰。需要啥物话？哦，我甲你提，啊，我甲你创造，但是听，我都替你听，对吧？嗯。哦，艰苦，无人我都替你艰苦啊！我就算要替你艰苦，也无法度。哦，你讲肝切一块互你，这过人做，啊，你听，那你的代志，根本都无法度哦。所以，伫迄个时阵，迄、那个三浦玲子伊，哦，后尾也讲，伊开始听，到那过去这段时间，伊把。未听的这段时间哦，伊赶紧的甲民众头翕张，伊的代祷啊，替人祈祷的迄个名单哦，替人开始一个替人祈祷，讲无即摆四点钟哦，即摆当四点钟，啊所以四点钟会当一个代祷哦，分配好势哦，了好，这是伊的简单啊，这是一种态度啊，所以你去遐看的时，伊当去听的时当额头感觉，但是你无听的时阵，伊正常甲你笑。哦，因为足平常嘛，你看我头拄仔就是做普通人，恁足无用的啊，恁都拢无人用落来替人替别人祈祷啊，我足用的啊，哦，上帝我伫遮哦听的时间以外就是用啊，袂得唔免去做啥物代志，所以这个时阵我就来替人代祷，哦，咱普通无人遐专心代祷啊，就是伊遐专心，伊遐把握去四点钟，哦，所以这个就是互咱感觉来讲，你这个信仰啊，哦。你家本身有一个，你变，诶，咱比如讲，咱即摆坚持，咱建国的理念，咱即、這个啊，伫台湾，哦，未来即个人员的即个啊，咱即个理想，哦，啊，圣经嘛是咧讲啊，你讲信用哦，信就是看不到，才叫信。你若互你看到，讲啊，这一杯茶，啊，我相信啊，迄一杯茶，吼、哦，了不起是讲，哎、欸，这是酒啊茶，但是我至少有看到这样物件嘛，吼、哦，啊，差袂足济，吼、哦，我再来想。但是你若甲我讲，哦，你下底来放
放伫面顶，你甲讲这是杯茶，我都无看到，我是我安尼甲看到看有看无，你要甲讲是杯茶，这我都爱相信你啦，相信你袂甲我骗啦，哦，所以这个信心就是比如讲未见之事的实底，哦，所以这个真重要，你若有安尼是，你要相信讲会啦，上帝咧带路，哦，咱讲都伫迄个未来的时间内底。你看迄个摩西传迄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吼，伊到就迦南地无嘛，看袂到啊。但是咱相信有一天会，吼，咱有可能嘛看袂到。咱即马，其实我咧想的时候，即马柯文哲起来，即马在看中国迄边几个柯文哲啦，吼，因一个个人无够啊，吼，迄个，嘛，咱这一个还阁会当拉一个吼，又阁来几个柯文哲吼，啊，即个。我看这是上帝才知影的代志，不是咱我独去了解的代志啦，吼。但是咱认真做咧，会当做，吼。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完全的交托，吼。我感觉伫基督教信仰内底，吼，我家己体会是安尼，上最困难的是交托啦，吼。拜托你甲开咧，开。啊，即摆要走的是讲，哎，无啥东西，我来提得转，我大概等下咧啊。迄就是你无得交托给上帝，吼，还是讲。另外一个是这个饶恕的，啊，饶恕人啊，这是很困难。我足侪患者，我较早拢是就是讲哦，不准就是讲哦，足悲惨的安尼叫做不准，不一定哦。有当时是老爸过身，安尼兄弟啊，哦，啊，哦，伊弟弟较大弟，啊，我就较少，哦。啊，你阿兄就讲，啊，你读较悬啊，我读较低啊，哦，那有影，这是你较慢啊，你读袂起啊，老爸哪会说，哪会这么无公平？就是迄、那个，哦，袂公平，感觉老爸无好好对待我，迄种心啦、啊，吼、哦，这个是有教因个在在讲啦，吼、哦，无知啊，是讲一种虚幻的心，哦，所以这个就是因为咱真歹。哦，去饶恕。你看像迄个林义雄吼，真无简单啦吼、哦。我感觉伫迄、那个即种抄家灭族的即种情下底吼，会当佫突破出来，然后开始去面对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唔是为着伊家己嘛，吼、哦，为着全台湾的人吼、哦。所以我感觉这是咱个学习的一个吼、哦，一个功课啦吼、哦。好，下一张，好 ，OK。其实咱讲这张就是，啊，诶，我会记较早咧读册时，咧中国吼，因为中国中山吼教授较少，而且个师资较袂遐好，啊，拢是代教授吼在教，啊，若无是英壮的医生吼，啊，我会记咧较上清楚就是安尼，代有一个教授，迄、那个刘文士人吼，很厉害的教授，咱来四张 slide 吼，你是咱较早是幻灯片啦吼。四张，伊讲四点钟啦。啊，英总吼，以前一个叫什么名？妇产科主任嘛。哦，迄落来蒋太郎，迄落来吼，带一群人。哦，钟医师搁一个什么回来？哦，钟医师咧放时代了呢。哦。哎，换哎，你即马你知影？咱放幻灯片，咱即马拢较免去了吼。较早拢爱情。创年拢叫起来，电话拍花语，花语头一个代志算啥？杜姑嘛，是吧？哎，我以前吼，百几个、两百几个做伙上课吼，空气无好，在咧迄落硬硬在咧听吼，你在咧搁拍花语，啊，过来就啥物咧？哟，我听起来，卖困吼，啊，看吼，但是 S 赛吼，吼拢表格啦，吼，啊，一片啪，我先看，为什么？为什么？啪，过贵啊，百几张。两点钟讲百几张，我讲好笑啊！啊，迄个无杜姑，所以阮以前拢有嘛吼，拢有迄个讲义组啦，吼，有人负责听啦，大家做伙睏哦，啊，负责听，今日轮你哦吼，啊，你来去，你袂使睏哦，吼，录音，吼，啊，做笔记吼，哎，讲义要先甲写起来，等你哦，大家大家做，哦，这个听到就是，不过换别只换你会当睏。我话来做嘛，哦，所以个在以后是来当嘛吼，啊咧，迄就是看功夫，伊人伊功夫好嘛，四张就解决啦。讲甲话已经说的啊，讲甲了，哎，
伊讲食，不过你就感觉好，足丰富的。哦，啊，你若讲诶，哦，百几张看起足有班啊，不一定诶，吼、哦。也是因根本都，我都吸收嘛。哦，迄种实在吼，咧动诶是表格啦，咩研究报告啦，迄是拢差不多医生吼、哦，已经咧做医生，咱来看。哎，随看哦，这个是啥？啊，重点也会着嘛。你学生甲拢，大家开始咧学吼，你是放迄个时阵看，去到后尾你着看起，重点就对，啊，点就不过，哇，足痛苦诶，还是，所以迄是无同款诶 style 啦吼。无，我意思讲，有影，我算这两个拢有感觉着，所以我着准备足济，吼，啊来甲讲几场啦，安尼吼，啊无影个，无影好难。啊，这人生的支柱哈，五几条啊，咱讲五几条哈，工作，哈，啊工作有一间无去，但是咱会当把工作的迄种定义去甲扩展啦，哈，我咧探访人，探访朋友，探访迄个有病痛的人，探访可怜的人，哈，哎，这嘛是一种工作啊，哈，是无配的，哈，迄个配不是钱，是迄种回馈倒转来的迄个。哦，像我去看啊，我看到阮老师，我想讲伊三月初二要搁开刀，哦，伊讲错个哦，啊伊嘛足好有领导度，啊就是讲，老师讲哦，我嘛真惊啊吼，我讲对啊，所以我就知影，无来甲伊安尼，甲伊讲讲笑笑咧，我讲你要让你的笑的细胞吼，全身的细胞都笑起来，吼，让那个哭的细胞吼，就慢慢出去，吼，安尼是你开刀了以后，再还有讲哦，对，要笑，哦，对。这个我工作了，哦，我今年过年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若把这个物件卖当作休闲，当作工作，我会感觉哦，这七天哦，你拢无赚，我是赚够多，哦，我嘛到处咧往进安尼，哦，赚够多吼，休闲，啊休闲吼，有人讲啊，伫遐睇，伫遐困，啊困真正是好啦，但是真侪人是睇了无咧困啦，哦。啊，面的，啊，上难过。忧郁症的时阵哦，常常是呾，暗时啊困袂去，日时哦，无精力，提振袂起来。啊，提振袂起来时哦，免一，啊，一醒起来就遐负面思考，一直想，哦。所以忧郁症常常拢是提不起劲来，做啥物代志拢无精神。因为有食有，哦，啊，我食得好，伊安。食迄个，哈，用未来，是都安尼。我讲哦，迄就是安尼，迄就你在你个目底里，其实新诶啦。但是哦，迄只跑起来，哦，你手机吼，迄叮当诶，即个，迄只跑爱去接你目底里嘛。但是迄接触不良，还是接袂好势，落去。所以即个情况下咧，我来，你来，我甲你治疗，就是你甲你变只接跑。创好势，接起你就好啊！哦，啊，过来吼、哦，有个人，吼、哦，我都烦恼足济，我讲对，你就先做足细条。但是吼，你较早来，我倒来饲我，你个时间线大条起来。啊，人咧听着足爽个吼，哦，足大条。啊，不过，迄袂使咧，像伊遐大条吼，迄袂使。我讲袂啦，你刚刚饲都唔饲遐大条啦。哦，你要看咧，迄种足。精神足大条，迄种吼，迄是伊家快乐，大家袂快乐啊吼。有得叫散散啊，对吧？啊无所谓啊，哦啊恁，啊不过迄种人另外要注意啊，因为食老的时阵吼，你家足乐着，但是安那，你家己时阵无人要睬，走了了。所以我就人讲讲，较早我拢讲爱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就讲唔是爱做一个可爱的老人，哦，快乐是你的快乐啊，哦，你可爱的是人边的人才快乐。你若讲要出去佚，人要出去佚，哇呀爸，你做你做你去，哦，啊，都我这都，我这个手机啊，都 SOS 啊，有电话试一下，你就知影嘛，对吧？你做你放心去耍啦，哦，哦，我咧是人建议是讲，哇、哦哦，真轻松去佚佗。伊若无转来看，心内感觉解救啊，对吧？生活上歹想啊，转来过一个豆饼蛮好，接转来。啊，你若是你足乐情个，足欢喜个，吼，转来拢人当作讲知，吼，还搁要做皇帝，做迄个慈禧太后安尼吼，你嘛大家拢走了了，我是足不得意个，我啊，足久无去，无得个，看出名变，出名改变吼，
一定会讲阮这个不好啊！我刚刚看到，啊爸，你怎啊哟？啊来，我给你买一个鸡胸一只吼，我讲足袂用的吼，来食食。哦，伊袂快乐，伊惊你啊，伊就较紧闪啊，离离离。所以你家己快乐无效啦，吼、哦，你一定开始来互你囝快乐，吼、哦。OK， 啊，所以家庭这个真重要。所以我从我即马囡仔吼，我差不多六冬了嘛，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咱即马吼，囡仔其实。人口少啦，无像咱较早大家庭啊，啊，逐天出出入入拢闪过啦，吼、哦，照面安尼闪过，啊无啦，我知影这人有滴咧，啊这人坏咧，啊安尼出入啊，啊来讲班，啊上厕所无啦，但是要好好讲上这个一个有意义的对话吼，敢若做袂来。所以后来我感觉没事，我即摆开始推动拢囥人来家庭分享时间。吼，我即摆一礼拜固定礼拜啊，我拢甲囡仔，除非杀袂掉足特别的种代志，无我一定开迄个时间留落来吼。啊，所以我分享时间，我上老幺是大一嘛，较早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高中的时候吼开始，我拢轮流啊，吼轮流做主持人啊，爱来做助理吼，伊上大。哦，我来咧讲话嘛，我太来着，啊，迄不是啦，迄在安怎啦？爸爸时间，你等下再说。啊，就爽的，我不忘干完太来拍啊，人出来切出来，哦，那心肝也头爽。来，迄最主要就是分享，哦，分享的时间内底吼，沟通，我就讲，哎，我你分享，啊，我你分享，啊，你分享，啊，有拜，各位拜。阮爸，迄天吼，你安尼，你讲迄句话插着我啦。哦，哎，你伫拼命面前讲啥物，阮这囝安怎吼，足侮辱人安尼哦。啊，你真了，歹势。哈，我真正是吼，讲了真快吼，啊，就像柯文哲安尼噗一下，啊，就吼。啊，是的。啊，你还讲我，哎，我安尼甲你道歉，啊，无啦，无啦，讲尔啦，你讲就爽快啦，好啊，就袂吼。大家面对面，真针对。这项代志吼，来认真，我看你，你看我，安尼做起来当这个代志。啊，这中间要请，要放着拢爱请假的。班长主席，我可以上厕所吗？准。啊，哎，暂停五分钟。用安尼的方式，所以家庭即马变作不是像咱较早，咱较早是随时随地都有人啊吼。啊，囡仔伊较淡的嘛，拢随时有人带有人去了吼。即马唔是啦，即马时代吼，咱必须要去。特别去经营这个家庭，吼、哦，就是人少的时阵，你是讲啊人少，其实碰面机会拢在拢宽，但是迄种无营养的时间，吼、哦。朋友头拄来有讲过，吼、哦，朋友，常常咱即马真济，像阮爸爸妈妈以前还袂过身之前吼，阮囡仔拢伫台北台中嘛，哎，老来两个伫厝的时候，拢是厝边隔壁，吼、哦。拢是厝边隔壁咧照顾诶，有啥物代志吼，啊互相啊，吼，啊，逐工着来遐来遐开讲吼，啊，就讲哇，迄灵验，哇，哎呦，平常啊，我叫阮个囡仔来办，我来办办啦，啊，分诶，啊，厝边隔壁来分诶，吼，哎，这是啥朋友嘛，邻居嘛，吼，我最近伫咧，我看我 Facebook 就知影，我伫咧大溪买一间20栋诶古厝吼。即马已经买好，啊，足注意啦！我想讲，即马12月买起来，我即马准备要装，要来创，啊，3月初一吼，要开迄个祝福大会啦，吼，聚集人会啦，啊，我就特别甲迄管理员吩咐讲，哎，拜托吼，你迄、那个，迄、那个再甲注意一下吼，看，了有一个春酒啦，吼，大家办倒来，我讲你甲摆一下看，甲阮厝边隔壁甲头前去好吼，看摆共倒无，安尼吼。我咱介熟悉嘛，吼、哦。结果吼、哦，到即马我伊拢熟悉啦，哈哈。哦，真注意啊！我去到厝，我就去啦。再就用这个节目就出来讲啊，你咧桂花吼，哦，迄真好，我拢做这做一回事。啊，伊咧种迄桃啊吼，我拢伊若较无滴个时，伊就讲啊，你若需要在我办，我就伊若无滴，我就喝水啊吼。啊，就讲了。我看了，哎，头前一雨吼。较低落，阮就算头前一号，伊个山坡地嘛吼，头前一号，哇，遐一尾鱼啊，真水嘞，一大尾啊，我来个探访下咧吼，啊，伊刚去的时候，我就讲出来讲，我无
总共你去讲啊，咱就拢协调了差不多啊。我昨下落去找吼，找邻居啦。我看一个少年，我讲这少年家己在路头卡吼，哎呦，看因的仓库佫有开啦。哦，我讲啊，你主人来，我就走过，我想要甲问问。主人吼，在迄个，我叫是伊是咧共内底管理员吼，咧共穿迄个，迄个剪。剪迄个树吼，树木啦，是讲穿起来，来穿起来。伊我过来讲，先生，啊你是来这边去了？哇，啊你哦，是个通会啊吼。你基甸会吼，基甸会迄个圣经，咧上圣经迄个机构吼，主在咧做干事啦，吼，啊即嘛无啊，但是我一去讲，原来哇，上帝咧安排个真好势，咱身材好。来从隔壁之后，伊迄个角景吼是内底面。啊，我顶礼拜啦，顶礼拜就阮迄个未来的新妇来，带来看下，等一下阁看看。啊，落白妆吼，啊，就去。迄个我等下伫遐看，我就看下，哇，啥桃啊吼，迄桃花一开吼，我怎啊去讲结桃啊？然后我赶紧手机来翕啦吼。啊，翕的时候，哎，看一台车进来啊，吼，啊，我咧就动咧停遐，我后头咧停遐，我唔敢叫砸着啦，吼，我咧看走遐，我哎，哎，我一个，吼，走人，屋上，啊，门开开，啊，伊就我过来咧改，我隔壁伊个叫，啊，周老师，啊，哎，摸出来，我讲啊，迄个都系我的啦，歹势，唔知系甲你骑着无吼，安尼，唔知系甲你动着，安尼啦，你看，啊，我是用用感觉讲，哎，面熟。过来对迄边门吼，拍开 ，OK， 看你我拢甲我笑啦。我讲阿奈利，伊讲阿奈利，啊你咧创啥？我讲我都买厝来买一间厝啦。我高中的同学，一中同班的同学，哦，啊，最近因囡仔有啥问题，我来甲看下啦。所以，我阿都真久老不才见面啦。伊讲我阿你咧，伊讲阿这都。都我初中的同学啊，伫维多是同班的同学啊，我同差不多几个月，同咱也相吹啊。拄啊差十分钟，我三点二十到，啊，阮太太二十五分到，哦，啊，伊三点半到，啊，我若我去后壁，就可能无看到伊啦，伊可能就入去内底啊，就别拄着，啊，我就坐伫遐看，啊，然后伊讲，啊倒来，我哇，这，伊讲啊，这都我初中的同学，啊，我迄囡仔的老师啦，哦。韦德的老师了，来，起来坐啦，我这边，啊，就讲来讲，我住土库，伊住岛南，红乡，哇，上头拢甲穿好些好些啦，哦，迄种观念足微妙，啊，参差不齐，那个凑在一起安尼吼，所以，我感觉吼，就是咱来当对这個生活上的这小的代志，得去体会、感受，吼，啊，当然头一个。上个着，上个头先讲起来得本事啦，吼，该本事得着。啊，因为中吼，遐个我是了拢无讲是，因为我通常拢咧共讲，哦，啥物症状，啥物症状，啥物症状，安怎叫做要做，但是吼，其实遮足简单，吼，你只要上网吼，你甲拍一个忧郁症，伊就文章，啊，伊文章看啊，拢有啊，吼，啊，所以我是感觉知识性的物件，老实讲是靠。较无重要，因为你即摆要找资料，有足侪患者来拢甲我讲，只是啊有一个神药啊吼，叫啥物药啥物药，我哪知，我冇听。啊，医生你哪唔知啊？我讲我知，恁即摆拢比阮较贤啊。哦，恁患者来拢比阮较贤，拢先查好才来。啥物病啦？哦，爱安怎治疗啦？哦，啊，我讲啊，阮都拢免转介去啊，恁大家拢免来啊。但是。来哦，差强是阮，我要靠看波哦。要安怎处理，这你袂晓嘛？你干那迄几字，你着我安尼处理啊？哦，迄都是经验嘛。哦，靠咱你讲的这个解说的过程，所以我把迄重点切掉。哦，讲这个较重要。要安怎处理？要安怎用？哦，啊，要安怎做？安尼，那快乐起来，唔是讲特别忧郁啦。哦，但是迄个几率差足侪啦。哦，你若保持一直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哎，你若人咧有做的时阵，人无迄个啊，朋友就会小淡忘，哎，啊你最近都无就关心你嘛。你若普通时啊，你无咧经营的时，你无朋友啊，你就不做咧。啊，想你出去啊，这样笑，这样就好。
哦，啊，嘿，啊，少少少少，啊，笑我足艰苦。吼、哦，最近我最后我讲一个吼、哦，你毋通想讲，诶，我讲医生卖破病，啊，牧师，我所以不做教授的位置。哦，教授。今年吼、哦，有一个台北和平基督教的牧师，恁来应付过来看看啊，蔡茂堂。哦，伊是精神科医生，足优秀的精神科医生。伊本来伫台大吼做主医师了的时阵，诶，教授甲款一位吼，主医师，诶，台大要做主医师不一定嘞吼、哦。你有当无开的，你着爱做，拢会当过来别个病院去做主任啊，啷个的吼。但是伊家里要做主医师无简单啦，所以已经教授甲穿一个位哦，结果伊讲，我无会做主医师。伊去开始去迄个，较早还是叫无加医科的专科医师嘛。伊开始逐科去 run 去说，然后落去恒春基督教病院吼去啊。啊，阮大学三年四年时，我搁去找伊，啊去遐看的时阵，安尼可能甲陈医生差不多年纪吼，伊三十九年岁啦。去遐看的时，咧看伊耳朵啦。哇！你那按着伫咧在装装看，按着我来跟阮讲嘛，讲到一半吼，迄边咧讲，哎，蔡氏要生啦！我从来就走去，吴三哥就吴三哥，就等一下，你遐坐坐坐坐吼，哦，啊后来为迄、那个吼，从春节到平，后来佫去佫精准吼，啊做这事工，后来去伫美国啊做。我伫遐六十人，伊去做牧师，啊，到我要转来时，伊转来遮面试啦，吼、哦，因为伊遐学籍转来遮丢落去，还去甲伊 renew 一下，看会使无安尼啦，吼、哦，所以面试啦，啊，我啊拄好有机会变做，我好奇，我讲啊，你医生都歹做对吧？啊，你要做牧师，啊，做牧师伫美国嘛做真好势啦，吼、哦，啊，你转来到底是安怎？是感觉台湾人真可怜，需要你救还是？你第一是原来救美国的台湾人啦吼，啊，我不是讲你是哪里转？伊讲吼，我有一个印象，伊讲伊感觉吼台湾那个牧师娘、师母吼，不做的时阵找我啦，因为唔知爱找我看，我牧师嘞，吼，啊，但是伊若讲牧师找牧师看的时阵吼，较简单啦吼。啊，你都有专业嘛，哦，所以我感觉是，啊、大家咱用这做结尾啦，吼、哦，啊，就讲工作，吼、哦，啊，休闲，吼、哦，休闲就是爱做，你快乐啦，不一定做什么代志啦，不一定讲有个人，哦，我运动，我来行三日，还是讲走啦，吼、哦，啊，你若走啊运动伤害啊，就讲哦，我都有做啊，迄个结衰，哈哈，啊，休闲我感觉不一定嘞，我看足侪人哦，活百几岁哦，伊无咧运动诶。我现在那是在替我自己解释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爸通话喔，你不要看他运动，他哪会运动？不然人是都笑的，啊，所以我觉得，欸，现在你说这有道理呢，因为你身体的细胞笑喔，他自己在里面运动啊，哈哈哈哈，互相打招呼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咱也不会是喔，应该是对咱的这个心情，是讲咱的想法有一段帮助。好，谢谢。好，时间差不多吼，来，宝英，咱无咱开放三个问题 ，Q&A 一下，三个问题，三个人，来，五，来，陈医师 ，Go， 陈小姐，哦，好，是我三，好，来，你。好，多谢你邀请哈。啊，你讲我有看你伫阮迄个《台时报》写的文章啦，哈。哦，是。哈哈哈哈哈哈！别记你啦，别记。啊，我知影讲，啊，徐叔，你有迄个人好像说忧郁症嘛，哈。那你忧郁症，你甲看林肯总统丘吉尔哈。啊，哪个忧郁症吼？啊，1994年那个诺贝尔和平奖，迄是精神分裂啊，数学天才和精神吼。啊，所以有精神并不一定说有什么不成就了吼。啊，恁有忧郁症啊，我那可能大部分只系同心吼。
阮有迄个 money 啊 money 啊，吼，台湾 independence。啊，所以应该，阮的镜头甲你无啥共款。啊，真欢喜啦吼！啊，即马就是讲来问一寡安尼较是毋是？因为我们是医生啊，讨论结果较专业一些，咱来讲。因我头有听讲迄个师医师有讲啊，伫台湾咱牧师呢，所以要找是也是也是讲神职人员就会有利哈。啊，当然伫美国他们国家卫生局也有统计嘛，四分之一的神职人员也有精神 mental illness 哈。啊，是，我即马是爱了解讲，是毋是因为咱有宗教信仰的人一般迄、那个。第一点就是讲，伊迄个 spirit 或者咧精神价值较悬，啊，精神个价值较悬。那么咱啊，照弗洛伊德安尼来讲话 ，IDA 或 super ego 安尼吼，啊，有时候你可能跟那个社会一般较爱 crush 或者咧 beat 啊，啊，是不是这样说？所以因为没有比较没有办法去达成它，靠有挫折感，所以会不会这样引起，这是一个问题啦，吼。啊，当然咱即马咱精神医学除了讲伫个生理、心理吼，还有 psycho 所说的是这个 model 啦，对安尼，安尼个解释吼。我这是属于要请教那个问这个那个师医师，还是讲我在想讲，以前啊讲四分之一啊，安尼产生有宗教信仰，跟咱头先讲讲，咱本来是讲宗教信仰，咱就较各方面就较愉快，啊，但是伊安怎安尼，还是我在想讲，有时候是因还是果。哦，就是讲，因为咱也知影，神是不管啥物宗教，拢爱真爱人去吼。所以，比讲咱伫美国听人去听人讲，啊，囝啦，是查某囝啦，拢了袂对象，去教会啦，吼，哦啊，就是讲较有问题啊，伊就想要去吼。啊，伊讲遇到挫折啊，伊要去啊，这是我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药啊问题，头啊你也有去讲过药啊。啊 ，A、B、C 组哈，啊，我是感觉精神科药啊是很好用啊，好，啊我那个讲头啊，你咧讲咧安眠，你讲做迄个莫非门迄个 Demerolus 啊迄个，啊，但是伫我过去的经验，咱若用精神科药，阿咪三两抗，阿咪采起里头啊加迄个皮洛西康的迄款 NSAID， 癌症末期很有用的，一天一包就好了。哦啊，伊患者负担嘛较轻嘛，哦啊再来就是讲，最近咱迄个 antidepressant 就抗忧郁的药啊，有一个达波塞汀啊，哈，应该是叫做达波塞汀啊。哎，我记得，我记得对啦，达波塞汀。诶，我六七年前，差2008年美国就看伊在广告吼，啊，即马好像应该会生疏了。啊，这个抗忧郁的药，即马咱来讲听，当然咱会用 antidepressant 抗忧郁药，大概是在中度啦，中度较严重的咱较有用，较安尼啦吼。啊，但这个药除了是抗精神忧郁症以外吼，它对查甫人吼，还能够治疗早睡，听说延长4-5倍时间哈，啊，打的都免去读正规学校的，他尽起用人啦，啊，所以这个药理方面，那讲你有安怎会可以接受？拜托安尼，好，安怎 ？OK， 好，我想是安尼啦吼，较早咱做精神科医生嘛，分两种，一种是特别做处理的，一种是处理的家人有这个病。所以来做精神科医生，因为讲我来学堂的，伊我家己处理的啦。啊，这唔像一般内科，即伊就较平淡。所以有啦，所以你若讲用安尼来讲，你讲，他对你讲的两种情况拢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其实哦，我即摆我第二后生，今年拄啊要对中华神学院毕业，啊要做团队，吼，啊不能足够注意哦，我找对象爱足注意哦，而且呢，我甲伊讲，你的工课是比人家忝嘛，哦，这无属于等暂停嘛哈，因为啥呢？我若值班吼，咱值班互你超时，我就是值班时间切掉，我就下班啊嘛。无输够当安尼，未使嘛。我有讲一个极端的例吼，我讲你即马若半暝，
用电话来讲啊，某回忆某某人啊，车祸即马送去病院，你到明天看。哦，除非讲你是一间真大间的教会，免讲四五个牧师来轮值啦，吼、哦。那无的是你若一间教会哪里一个吼，你要处理好，处理完，我讲那是你是干，你若无结婚，你干我吼，阮爸母拢会当甲你支持，吼、哦。啊，较紧嘞，用鸡汤互你食，哇，补一下。但是若无的时，这个时阵你要出去吼，太难人讲。啊，好啦，啊，你都哦，报名啊，你较忝，是你咧忝。但是，即摆若是讲，啊，咱厝里查某囝，家己即摆囡仔吼，啊，发烧，烧到安尼，啊，药啊食咧，啊袂退，啊你，听你出去，安尼，你即、這个，哦，所以迄是足艰难啊。你会甲想象讲，乃是做一种。我讲这是良，搁较良心的事业，阮这种是半良心啦，半摕钱的，刚收钱的吼。啊，时间到，切起来，我要叫切工，我就来做切工，对吧？哦，所以这个是压力足大。哦，所以你来讲，我当然啦，咱来讲 biopsychosocial 哈，不单只 spiritual。有的人是对迄种，伊其他拢真好势，但是就是对我人生意义是安怎，我就是伫遐咧挣扎，哈、哦。所以伊会忧郁嘛，这有可能。啊，所以当你若讲一个牧师，也是讲一个传道者吼，即个伊的工作，伊若无人足够的支持的时候，就是太迄落吼。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啦。啊，另外你咧讲着药啊，即个保护，即嘛足侪人咧，迄个减肥吼，减肥咱 product 嘛，白药剂一大堆嘛，对方就是 product 迄种。有一种迄种靠利用抗抑郁症的药啊，吼，副作用来治疗，吼、哦，当然这嘛是可以啦，因为像即马有诶患者吼，就是胃口拢歹啊，你只骨折的时候胃口歹，吼、哦，有诶有一种是骨折的时候爱食物件，即个较轻松，啊，一种是骨折了都未食，啊，未食的是有种药是 Ribro 吼，伊食了暗时会较胃口较好。啊，也是会帮忙困眠，吼、哦，所以这是看啦，当然，阮伫精神科，阮会看讲，哎，这人，当然我讲，哎，这人就是爱食这种药，但是大概去甲伊看你的特性安怎，所以需要对这种药，吼、哦，所以，即摆药大概拢较无啥物问题啦。啊，你当然讲迄个 TCM 吼、哦，来托福尼尔咧做一款，也是特别托来治疗迄种癌末，吼、哦，迄种。疼痛的问题，确实有啊，好快的好，好，谢谢，老师，不谢。听老师意思哈，拍摄因为我拄啊看完一个，所以但我一个很多听人咧讲了科比哈，因为我有一个感想，因为科比定咧开玩笑讲，啊，你拄到一个笑呀，所以做代志反而得到很多的喝彩，啊，伊做代咱。大部分人真感同身受，啊，所以咱是心理上爱会支持。哎，另外一个对象就是马英九，咱撇开撇开这个案例来讲啦吼，请你从精神医学上的专业来讲，你是不是精神上是有啥问题？因为精神上，因为想法完全可能无共款嘛，哦，比如王金平，是不是讲到咱台南市？是非常不赞成的哈、哦，王金平是这么死忠国民党，伊竟然咧合作，这款代志，互咱哪想都想无，啊，佮国民党本身人嘛反对，莫叫伊来做，偏偏一定要来做，即摆煞啦，我叫朱立伦，我继续落来做，吼、哦，即点着咱吼大力不解啊、哦。第二点来讲，就张显耀这个情形，对吧？张显耀这个特派是一派呢。哦，这个副作是一派的，结果伊嘛是安尼个，我感觉伊个想法就足，蛮想袂到的，所以我从精神方面来个分析看卖。谢谢。你其实讲个哦，这较好想，其实个，你大多咧，咱咧讲，哦，我是当奥个神圣三观，这个我想较袂到。阿曼伊个这哦，其实差不多来个啥物啦，那个南方朔哦，你帮写一个马政权的。哦，伊上中下写出来，哈、哦，写个大概伊结论，哈、哦，下落台伊才会出版啦，哈、哦。所以即摆已经开始写，各行到春季啊，几年啊，十个月出来。
所以伊会分析啦，啊，当然是徛伫阮个立场来看，我咧真趣味啦，当然每一个医生有无同款个看法，啊，当然咱毋是遐尔啊大件伊个身躯边，所以有些细节或许咱安尼评断，我是较无爱讲随便评断啦，啊，你评断个时阵吼，一定会差错。不过你会当了解，伊是伫一个家庭内底吼，即、這个家庭甲头路边其实小可有共，伊讲伊拢一个足权威个老爸，吼、哦。啊，老母一定是啊，哦，足少爷命迄种，迄个啊一个囝尔嘛，啊边啊拢查某人嘛，吼、哦，啊即个伊若出一点什么事情啊，跋倒紧的哦，哦，即阵甲扶起来、摸起来，啊，就看看细细的啊，即个创啥吼？所以你会当知影讲，伫即种成长起来的一个囡仔吼，伊、哦、真正饭家中人，完全唔知影讲即个岁数是啊，伊咪讲安尼做。我伫厝拢安尼啊，吼、哦，啊，所以着外围遮人拢应该是爱甲保护的，真普通啦，遮，吼、哦，遮我拢对恁，诶、欸，我互恁做行政院长，捌这个名，这已经是足了不起的代志啊，吼、哦，过来，起来袂紧张，就是我、哦、不喜欢的啦，我已经玩腻了，就完全甲丢掉，吼、哦，所以咱若用这个角度起来想的时阵，当然是较了解啦，啊，当然，无等。我最近是那个有两篇在写哦，想讲来讲，再来研究看卖来写看卖。啊我，啊这当然我那爱落来才写啦。我大概讲大家茶水啊，这边个。OK 啊，你讲第啊，差不多安尼啦吼，那个就这样。好，好，咱都想试一试哈，啊，咱要请上一些感谢状。另一摆去开同学会，诶，我还未去以前做烦恼的呐，啊，那烦恼的呐，我是讲吼，我开国小同学会，我咧烦恼啥呢？因为我是讲，我即摆55岁还没有结婚，哇，这气啊都温死的，你知道吗？真正我咧忧郁几礼拜，你知道吗？所以咧想讲，是不是卖去就好啦？是不是嘛？用黑炸上都不会的，无啦。所以我问他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去，他说不用，你人来就好。所以我呢就跑去，结果去到那边，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就开心打来哈啦哈啦哈，就问说啊，你还没有结婚？啊，怎么那么好？我的忧郁症突然间好起来。结果打来跟我问我说，哎、欸，啊你怎么这么好？我说你才好，你不是结婚？没有你才好，哎，你这个这么简单，哎呦，所以我唔知系咪人忧郁症啦，哎呦，叫咩忧郁症？还是我叫咩忧郁症？结果好不容易，介绍嗲人再一个再两个同学去吵着，啊，一个女同学讲，哎，谢谢啊，哇，哎，我觉得你很好，哇，这怎么好嘞？你这独来独往，你看我都不能离开家庭，哇，差点，不为的。有一个关于一个真了不起的一个精神科医生吼，伊讲吼，同学会是上盖好的一个疗愈的所在，所以讲你上盖，你迄是排除孤独的一个所在，啊，因为遐人吼，拢是细汉是，比如讲你国校的对吧？我迄日就拄着我教的一个吼，伊 Facebook 顶面找着我，啊，先起来偷一个，因为讲起来我是看见我咧算真正。想起来什么代志，刚才我讲了就算哈。大龙徛在迄个拜堂，迄个外口吼，狗啊，伊在巡游，比赛看煞放眼。这种的吼，你讲啥话，迄其实拢啊，你看透透啊，免去再去再假啦吼。啊，所以咱唔免伫遐去惊啊。好，你是上个所在。OK。拜拜，谢谢大家。爱参加，啊，当然，
无钱食材吼，他是虚构的，是健康吼，啊手遐哈哈哈吼，其实吼拢在底面吼，啊其实吼，迄特别迄我讲者，迄女同学，这是无食材，迄女同学，哎，真我拢歹势，人叫人阿三，你知？但事实是我看见，就迄个影，你知？大家拢阿袂吹气哦，无啦，哇，这真真好听问题，所以吼。欸、不过男吼、哦、可能也有点怪怪，都觉得好像如果别人比我们差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快乐一点。好像有这个不健康的情形啊。我刚刚讲一句，啊，各位报告吼，今仔真好演讲。啊，其实吼、哦，这个是你的想法吼、哦，啊，真侪时阵你的想法会决定你的行为，啊，有当时啊，咱会积极来对吼走袂出来。啊，像讲顶下啊，包括。包括迄民政府的时阵，民政府的时阵，比较有个人嘛是忧郁症，因为我着急症，我着急症啊，甲迄、那个，嘿，我着急症啊，甲厝三拢规个拢袂了，啊，有个搁欠钱，所以嘛有真侪这种的现象，看袂到这个叫做春天的来临哦，台湾这个春天，那其实。但是我相信吼，你若逐礼拜来参加咱福建台湾人吼，你大概忧郁症的几率少一丝仔。我相信的，啊无像咱长征相关，美国到底是当时要出名？啊，这嘛真困难，迄只古来会得病的啦。但是现在他已经好了，大概开始放花了。今天就是安尼啦吼，因为咱大概沟通嘛，啊交换。交换那个看法吼，啊就会从当中吼，所以过程中间当然不一定拢完全对，但这个过程中间吼，会开始有一种新的想法就造成，啊这我感觉就是比较较健康，比较不会陷入迄极端。你知影吼，我伫公司有当时足不注意怎，啥不注意怎，我讲你啊，拢在看迄监视器啦吼，看迄监视器也足不注意。看只爱无咧做工课吼，伫遐咧伊吼，哎，足硬个，你知无？啊，佫有当时啊，想要跳来做吼，啊，佫歹势来做，惊讲哦，一个安尼就搞忧郁症啦。哦，你着惊看干咧监督，伫监督，哇，你拢在创啥个安尼哦？确实个呀。啊，所以即个代志，咱爱 open 咱个地方啊，行出去，行出去，行出去吼、哦，不管做啥物代志吼，咱啊。卖甲想甲安尼足浅薄啊，迄种设计安尼弯弯翘翘，安尼，迄个咱一接比较直接一点吼。比如说下去做事情啊，做什么代志，其实，迄快乐拢会造出来吼，拢会造出来。啊，下去拜二三点或五点，都甲行来，卖想哦，稍等下搁暗嘛咧，啊，唔知要搁创啥无？啊，迄个是唔知有切掉无？啊，迄毋知啥人敲电话来，我毋知，啊，迄就歹啦。你落下三点到五点，我就是要去迄人权文化协会啊，参加福建台湾人，不管是有帝王之无帝王之，我拢总来。爱就参加吼，啊，各位开玩笑，但是欢迎大家参加，招较侪朋友来吼。啊，不过者后礼拜吼，有可能咱会邀请迄个汤火胜，迄个汤火胜吼。迄、那个南投县的迄个立委吼，啊，当然选无掉吼，潜力有，啊，即届选无掉，上不行，啊，但是咱即届接受，要被确认吼，那咱若伊若来，啊，就请伊来讲，即个国防吼，台湾即国防的问题，用所谓台湾中华民国目前叫中华民国国防的问题啦，啊，伊即方面因为伊拢伫法院，伊参加即国防委员会。啊，所以对这台湾这军力吼，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吼。啊，咱是希望伊诶时间个巧到好势吼，希望伊再来分享吼。啊，先把这个代志甲各位报告。啊，搁即个提醒，礼拜五晚上看电影哦，看电影，就少会较侪人吼。啊，就少较侪人。礼拜六伫公益行动教会伫台中公2:28。咱啊，一个聚集吼，啊，希望咱就咱一朋友一个参加，这是对咱台湾一个真要紧的代志。每年咱就来纪念这个日子吼。好，咱各位报告到这，感谢各位，谢谢，好，再见。